好，我们这星球金矿被我挖完了。是哦，是哦，金矿没了。我先回家补充我飞船的燃料。哦，这样子可以快速的翻回来。快速的翻车吗？对，快速的翻车，你要快速翻车也是可以。阿贝出事了，阿贝出事了，出事了，阿贝出事了，阿贝。等一下，我要往那边走啊。哦，这里也有回矿呀，我现在去采回矿好了。这边是不是木材用的量很少啊？我好像也有稍微摇了一下，这样给。木材目前看起来好像就只有拿来做建材，好像。那有特别需要采吗？因为我在树林里面，感觉目前用不到。哦，那就不捡了。矿枪，采矿枪，采矿枪真的要做，差很多。三角龙。哦，我终于成功开台啦，不会卡啦，终于啊，终于啊！我本来想问你们说，请问换伺服器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好，回来之后完全没有动到伺服器这个东西过。笑，我要回矿。我要走。你们可以回来啦！但今天我先挖完能源啊，我到了，这是啊，我说观众，观众可以回来看我的台啦！哎、欸，他食物放在快捷键上不能直接吃吗？可以，你要等他嚼过，啊、你要等他嚼完。可是我按着他没有，他有点 CD 啊，啊有吧？没有，我以为他是就是按数字键就可以吃了，还要再按一下左键。哎，等下这矿，矿在哪？采矿枪。对啊，你说在这边，可是我这个点已经挖空了啊，矿嘞？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人？哇，我负重1000多，哭啊！5000多，到底能这样？负重到底会怎样？烧伤？走比较慢吗？可是就是因为负重太多，跳不起来。跳别人要低，好像蛮合理的。我也看到了，鸭嘴龙。对。这没什么矿，他这有可能说矿在这边，然后没有矿的吗？这里会出哦，但有没有不知道哦。这卡池里面会有哦。这里卡池有，嘿，要自己抽看看。然后抽了几百抽都没抽到东西，好伤人的阴谋。真的没有哎，我没看到哎。我要走了，这矿点骗人啊！的矿枪有了，矿枪，好，回家做。这不会在上面啊？我跑进来，也没看到哎、欸，这个地方真的是被我挖了一个大洞，然后没有看到矿、欸。你是挖什么矿？哎、欸、小，就回矿、啊，我们的能源矿、哦。还是他要再深一点？不知道哎、欸，我挖深看看。看起来是没有啊，他已经被我挖了一个大深坑了。私密加工客户仓。没有啊，建造机。啊，我们那个换衣服那个是还没做，更衣室啊，没做，
还有就没做了。哦，啊，哦，你是阿旺啊？刚刚有橘色的闪光瞬间冲过去。这个回矿骗人，骗人！矿是酱油，你这个骗子！听我解释，我不听，你的爱情给骗住。矿枪是那个多功能建造枪吗？不是不是，另外一个，它叫采矿枪，七等的，那要学。可以可以学，先走。副驾，哦，枪啊枪，脉冲步枪，北长矮枪，脉冲，脉冲步枪，这是没卷舌的啊？哎，为什么没有找到？矿枪，采矿枪呢？七等在工具那边，没有，我在建造。哦，啊，他那个、哦、要换一台制作机是？高级的才可以用，是不是？嗯，因为我刚刚在看一般的这个，他不能用，小台不行，要大台，找不到啊。哇，这小盗龙有300经验呢，多、哦、啊！你300经验啊？怎么哈基刚说很少？你说才什么？就300？小盗龙、哦，小盗龙可以啦。我说很少是那个啦，哇，采集物真少哦。采矿枪的子弹，你们带多少啊？他一个弹夹可以用很久，用很久，我就带两个了。哦，带两个在身上。他一个弹夹有少几百的子弹哦，是什么东西破洞？矿物哦，铜矿，抱歉。我觉得我们需要做装备耶，不然被打一下500滴，一下就被扣完了。对，我现在在做那个了，更衣室。对，我在做放更衣室。我身上有170个的铜。意思放在这里。啊！我的枪做完跑去哪了？这里，这里，箱子，这里，它会自动放回箱子。看到我，你看到我，你看到我。啊！哇，中间是有什么传送门是不是？跟会，它是跟只要跟地板连接的，它都可以直接配送到相对应的地方。很屌哎、欸！神！我有护甲了。你在哪里？坐在哪里？哦，这里哦。嗨。我的头盔包怎么就不见了、欸？还是有什么快捷键是可以拿下来的？还是有那种显示头盔移除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家更衣室在哪里？这里。你看到我？左边、哎。哦。有。贩卖机啊！走，我等一下来研究。先做我们做完装备，要不要先去找蜘蛛巢穴啊？好啊，好啊，架喽！打，先回家。我做一下，打架。等一下我想等一下打完，我想先做一个小型飞船。悬浮飞船我已经觉得不够用了。哇，我们还在骑摩托车。对，我生命在扣哎、欸，为什么？饿了吗？受伤吧。你左上角有没有一些底霸？我左下角，我左下角有一些底霸。叫什么？叫什么？一个叫辐射烧伤，一个叫外伤。外伤用 OK 泵吧？啊，辐射我不知道，好像很严重哦。用 OK 泵啊。我快回到家了，没关系，等下死也是死在家附近。克隆机要怎么用？哎、欸，我们家那时候的肉是不是烂了？都吃完了是不是？烂掉了，烂掉了。
你来冰箱拿，冰箱我刚刚烤了一下。有。你又有了。我要死了！哇，舔包！因辐射而死。有办法设定他名字吗？什么东西？箱子名字。哦。一两三克隆。我做五个蛋。这里吗？你的衣服好了。有。哦，我们克隆仓这样出来，刚好在衣服。哦，怎么变这么壮？我吗？对啊，你按那个 V 还是什么？变超壮的，体型选比较大的。我要做。的巨枪只占212，应该很够吧？这想要不要做一把散弹枪来玩？等一下。单车，好，然后我的建造将在这里。拆。暂时没电。没电了！世界末日啊！要死人啦！WiFi 有电了，好，这样子应该这附近就不会有辐射了。哦，因为就是那一个箱子，它会有辐射。然后作业室，上面的建造机是没办法哦，食物加工机是这里。对啊。食物加工机是最旁边的，建造机是前面几台，然后最左边是大型建造。冰箱，我要先把，这应该先不用充能。我脱掉又穿上去，头盔就回来了。脚技能器奶牛排烤肉轻型护甲，那以后会有重型护甲可以做吗？应该是有吧。会不会是去买蓝图？对，有可能。感觉，做一把散弹枪王。散弹枪王。嗯。散弹枪，无排序。哦，可以直接从身上站着拿东西哦。站着拿东西，在基地里面，你原地按 tap 啊，然后第二个很像三个萤幕的那个东西，你可以直接选基地冰箱还是货箱哎、欸。哇哦！对。你按 tap 之后嘛，第二个啊，那个萤幕，你就可以直接从站着的地方隔空拿东西了。Oh. 哇，天能！哇，我们会特异功能，强啊，强！好方便哦，真的可以占用。要了，我装备了。护甲，物品啊，棒枪，你必须使用更衣室才能更换护甲，好哦。这个超奇怪的设定。哦，哦。还有强化武器是什么？强化武器准备好了，可以客制化吗？不知道哎、欸，等一下，我做个子弹，我做个步枪子弹，等我一下。Ionist， 附近有两个，试一下散弹枪。
哎呦，这的，嗯，很着急。嗯。哎，我在想，要不要做手电筒？手电筒吗？嗯，还是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直接睡过晚上、啊？哦，真的，睡哪边啊？我们这帐篷也可以睡啊。帐篷，感觉真的是要去下一阶段的英雄。嗯，我十级的武器那些，还要各合金吧、哦，还是叫什么？我们这星球没有啊，没有。欸、还是多人不能睡啊？不、哦、合金，我觉得很多人欸。对，感觉多人不能睡。因为那天我真的是拼了命狂点。嗯、好吧，没事，晚上而已，不用怕。他有步枪，突击步枪。狙击步枪伤害量，外星原生值 T6，这做出来是可以干嘛？我们有灯具之类可以装在身上吗？灯没有，啊，灯都是放在地上的。那就只好直接出发喽。嗯。大家食物什么都带了吗？食物哦，你这样讲我好怕、哦，再考一下、哦。抗毒素药膏是不是要多带一点点？我拿一些能量棒应该就够了，我觉得能量棒比较好，它不会坏。有啊，是没错，它保鲜比较久了，还是会坏。嗯，哦，没事，我过去了、啊。好，好，我要去哪里？哪里啊？一起陪枪啊！好啊，我环岛。哦，前面这个吗？前面这个吗？两百米的啊，那个这边没什么东西啊。讲真的，没什么东西。打完了。它原本有一个很大颗的，很像蛋的东西，我以为那个是材料，就踩。哦，就是它周围是它周围这小小东西，但中间是那个大大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嗯，那这个能踩吗？踩了没什么东西，无效武器。对，嗯，玉米耶。然后我常在这边打蜘蛛啊。哦，还以为有什么特别，好像没什么给什么东西。对啊，这边就只有附近一些作物就没了。哦哈，啊，好失望。咖啡树生长中，欸，它生长超久的，它已经从。那一天我们好像八点哎九点的时候，它就生长中到现在了。要加水吧，你、欸、就要施肥之类的。该不会、哦？嗯，下一个点在哪里？600米，跟你走。好，跟你走。就带头是阿王。没有啦，我骑错边了啦，我在大回转，那回转真的很烂哎、欸。你要不要下车直接把车子换个位置，然后再重新开车？那样应该是快一点啊。哦，是另外一个。哦，有东西。哦，对，就是这么大。是巢穴？附近可以有啊有啊有啊有蜘蛛啊，有蜘蛛啊！我杀死一只了。哦。等一下，我先把车子收起来。啊！哦，带散弹枪是对的。散弹枪好像比较强哦，比较方便。啊！你们杀我没经验值，呜呜呜！哦，所以是看尾刀的吗？好像看起来是没有。这是可以打是不是？他一次踩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东西，你那踩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切披萨啦，切披萨，它是有四个、哦、这个好像类似圆锥的东西组成的，你们猜啊？
正在拆，正在是我无效吗？海矿枪不能用是不是？我要用分解啊。哦，拆解外金方块，3000耐久度。哦。哦，对，那天我还拆了四个，超白痴。到处拆啊。对啊。这会不会是陨石之类的东西啊？蜘蛛草哎、欸。哎、欸。里面好恶心哦。对啊。哦，好恶哦。可是有拿到什么东西吗？好像没有哦。要看尾刀的人是谁。啊，那我猜旁边的这个看看好了。放莲藕。你想为什么有辐射？白痴哦。钢板。三个钢板。这里有辐射哎、欸。哪里？哪边？这里。为什么？那看起来没什么东西啊。附近。哎、欸，又没了！我刚辐射到死哎、欸！哎呦，这里有！为什么我没有？没有啊？为什么？知道了？什么？刚突然掉，我就靠腰，怎么会？哦，这個、快多了啦！拿那个建造枪去踩，把它改成拆解。哎、啊，有得到什么经验吗？没有，就一样拆出来的东西而已。嗯，快多了。哦，钢板，哦，钢板，是搞错了什么？加三级板，看一下，我拿到了异种底基底，就异种基底，对，中间产品，什么怪东西？哦，帮你打扣子。感觉这里就这样子了、欸。嗯嗯，我要来去盖大型的，大家可以一起坐的船舰。耶耶！我不知道小型船舰坐搭台一点能不能大家一起坐上去就是了。找，希望可以，因为我跟阿旺真的不懂。对，太难了。我那天有尝试啊，哈基有叫我玩啊，是很好玩啊，可是就是不好控。只要盖这些床真的很难。那、啊、你 POE 就很强。POE 要磨港啊。那、啊、他怎么插齿嘴，飞机就飞得快这样子啊？对不对？一样啊。哦，好像很合理哦。你好像很会翻译哦。对不对？所以用人家一些语言来教人家的东西。你都把迪叔说服过来玩。迪叔现在也在休息了，不是？感觉最近也没什么玩。他常在剪片啊，就自从你们那个啊，你们上来玩之后啊，他觉得被哦、觉得无聊。哦哦，那等下就叫他来，哎、欸，刷图喽。他等下回你，哈，我要先剪片。不行，我等下也要先剪片。哎呀，来啊，刷图啊！不行，刷了啦！不行啦，哪次不刷、啊？这已经是才要 deadline 了。你看看你地图越来越少了。来把小型船舰的东西学一学。小型船舰发电机。再继续去采矿好了。这些可以。在车上可以采东西吗？不行吧？不行。我也想靠近，然后去采花采什么？火箭发射器、燃料罐、氧气站、更衣室、小武器、推进器、哦，推进器 and CPU。成员座椅，稍微去小晃一下。封闭。铁矿床，剩60%。卷门。
哦，找到洞了。哦，起落架。小型船舰，嗯，聚光灯，走动，斜坡方块，哦，太快了哦！哦哦，采矿枪也太快了，这真的是要用采矿枪做啊？嗯，小500金子，耶！好黑哦！练等练等，这是什么奇怪东西？方块，美，天然兴奋剂，钢根几百，什么？蔬菜？哦，填充不能填脚下，是不是？车子兜得起来的确是很不科学。直接抓起来。我们未来科技，搞不好我们现实中就是机车可以自由直接放包包，有没有带着走？哇、哦，好方便！轻便机车、就是那个、哇！七龙珠的那个胶囊啊。啊，以后搞不好就做得到了。嗯。是啊，这起落架，这怎么用啊？好像子有那种科技，感觉房间要整理收纳什么，就超方便的。真的，因为太多东西了，不知道怎么收了。嗯，好像没有手电筒啊，出动了。手电筒好像是上一款游戏。嗯，起落架。杂交蜥蜴，对，嗯，没错，你没有看错，大声在念出他的名字。有啦，有手电筒啊，工具里面有手电筒啊。哦，但是不知道做出来是怎样，会不会瞎掉之类的？造自己的吗？回家做看看。所以我是要先做出。对啊，这游戏拖蛇尾的。它转弯真的很两公。不是啊，他是说打怪的甩尾。哦，怪物会被甩。对啊。怪物 AI 很有问题。所以我现在要先做小型船舰。这里。小型船舰，像在跳国标舞啊！国标，你说手会左右左右甩，然后腰也会左右左右的那个，看狗是不是？做手电筒，看一下。哎呦！哎呦！哇，你这是要做很久。等他等级在哪里看呢、啊？那么快升级啊！我不知道他今天在哪里看，但是可以在按 tab 看技能栏那边可以看到你的等级。嗯，但是他经验值在哪里？我嘛不知呀。200个铁矿、哦，我们家铁矿蛮多的啦，有594个。我的手电筒做到哪里去？不要猜小只的，可是我找到了。你想知道经验值在哪里吗？哪里？来 tape 第一个 ，tape 第一个，右边状态点下去，下面有个等级多少？下面有个经验条。哦哦，笑死！我们怎么都没看到？真的是没看到。手电筒只能这样吗？怎样？它就是。就你还要另外拿、欸，
所以不是放在枪上面之类的。不知道啊，看看能不能组合。哎呦，那我就负责拿手电筒这样子。不行啊！我给你们打经验给你们啊，合理吧？入泰隆领地，捡杂草会吗？哇，捡杂草也不行哦。哦，你捡他们杂草，哦、完蛋了！跑跑，我跑，我跑，我还你，我种回去。快去帮他们打怪。不是啊，要打两只怪才能弥补一个杂草的量哎、欸。你小气。真的啊。你真的很小气。这里啊，吸便式工作灯，那个是你之前做过啦、啊，放地上那个不是吗？因为有一个二，我来做做看。材料够吗？我们那个这个星球有的吗？钢板跟玻璃板啊。哦。哎、欸、啊，灯具有做过吗？没有。灯具组哎、欸。嗯，掉就没了。我的天，这样我要怎么先把它飞船架起来？哦，白痴哦！那个到什么炮到什么蜥蜴的那个恐龙，它、哦、突然在沙地上睡觉。然后就在他睡觉的时候扁他，好爽哦！好了，这样还行。这脚架怎么用？反正你可以做那个西边式工作灯二，然后沿路放，跟插火把一样的。哦，是啊、哦。靠！我去泰隆那边看看好了。国信还没做好。我现在泰隆友好了，我去那边看可不可以交易。好，交易。啊，我去找你好了。嗯，这石头没看过。硅矿石。哇，你在哪里啊？我还没到，还没到。等我到了再来看。哎、嗯，这边去。Part。哎，那边是不是飞船降落迫降的那个位置啊？哪里？我这里吗？对啊，我、哦、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飞船啊。对啊，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任务的那个点。哎，白痴，我走错点哦。啊，不然我们两个就把那艘船拆了。哦，直接想把人家拆了，可以吧？我觉得可以。好啊，那啊，那个不是泰隆的啦，另外一个领地。因为现在矿跟燃料家里好像都有了，对不对？对。那我们两个目前是有。那我先拆喽。好啊，我等马上到。水泥方块。我感觉你是带什么来挖那个吗？工具。啊、不是，我有带多功能建造枪，但是我好像没有子弹。哦，因为。我身上是采矿枪。哦哦，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看着你挖怎么办？看着我，你回去拿子弹，奇怪、欸。我没有枪，我就做一把、啊。可以直接原地做一个啊。哦，这摩托车也太强了吧！直接翻山越岭，做山呢、欸。拆解公共建设，所以我需要拆用拆卸是不是？如果它是可以用的东西，我要做驾驶，拆什么？拆呀、啊，拆卸，拆呀、啊。好，哦，这样好像可以拆蛮快的呢，这样还有一点点呢、啊。对啊，就我说的监督你拆啊，这是小心。我要从上面开始拆吗？还是你看它距离几米？距离五米，
好吧。普通推进器，普通推进器。哦，需要做个，才失败。老师非常可以用的是，哦，有维修可以用。这是什么东西？啊，繁星，你现在是在哪里啊？嗯，隔壁啊。我怎么看不到你？我在你的另外一头啊。啊？我现在是没电了吗？哦，没电了。哎呦呦，看到我看到。那、啊、不然手电筒给你玩。哎，没电了。什么？拿在手上。拿在手上。外星昆虫。完蛋，我觉得子弹会不够。那要什么子弹？多功能建造枪的子弹。哦。还有178。可以啊，你是阿旺哎、欸。你阿旺哎、欸。这跟这有什么关系？我是跟，嗯、我特殊能力是可以暂时子弹无限之死啊。听起来蛮猛的啊。厉害呢。好想要。挑选大型、小型，有啊，我就有看到它是适合那个啊。啊，我来猜它里面那个医疗用具好了。哦，对，我会带回家那个补血的什么的。哦，对对对，哎，这边还有一个推进器，放在这样子吗？哦，这是这样放的。哦，这里过冷了，四度，这里四度，哦，不行，南极太冷了。没有猜到。放吗？像是上次在哪里？这边吗？这是大，这都是小型船舰，没错啊。第六度啊！会跳不进去。哦，我是不是太重了？假仓没有 啊, 啊？他没有拆，就是完整的，都是零件的。这斜坡上去吗？哇塞，这摩托车超强的。哎、欸，这里哇！你让我。要怎么拆？对，做完了，超强摩托车。这是小型船舰的这个。啊，那一根是什么？在这个位置。OK。哎呦！哎、欸，是电脑是在上面是不是？被你上次解任务的。这高的地方到底要怎么拆啊？超强！你不走这边的吗？好啊，去把那个控制台拆了，然后到时候我们任务就卡爆了，这样因为这……啊！我摔下来，这样你觉得要拆吗？反省，我会问我嘞，枪在你手上，那我枪就主管不是都等出事才能出一张嘴吗？大哥为什么拆了这个？你说讲都知道那个不能拆是任务哎、欸，你怎么会拆？电脑嘞？你为什么不阻止我？哦，自动门？那是什么？自动门？还是把这门拆走？哦呦，哎呦，哇哦！你摔下去，好，大哥摔下来哭啊，受伤。外星臭虫哦，又有那个臭虫，皮肤烧伤，你被烫到了。算了，我觉得我们不要拆那一区好了。不对，大型建造机、嗯。哦，家里有大型建造机了吗？有，有。那这台就不用理它了。哎、欸，大容量控制器弹药哎，在上面。上得去吗？没子弹，哇！没子弹，我超帅。可以用那个啊，矿枪。对，基本的枪去打他。不行，他这只是那个我们之前大家打、哦、一起打还打得很吃力那只。真的假？不是，外星臭虫会喷那个毒气的那个。哦哦哦哦，那个很痛。好，停着。
啊，这里不能，这里不能填欸，这样子下可以从地上慢慢填上去，太高了吧。欸，吐一下直接200血量没了，哇太痛了吧。安安刚来的，安安刚来的，安安安，他今有被风吹吗？他自己嗯，还没被吹到，我不知道。那你想要被吹一下？我说风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哦哦，什么？没有，上面突然掉个箱子下来，吓死我了。你啊的！哦，这是门吗？对。哎呦，走回来了。哇，这自动门怎么开啊？把拆了。就这个是可以关的。我按 F 啦，白痴哦。好了好了好了。我上去。跑任务的电脑在这里啦。那这边有什么？我压迫。好，坐子弹，坐子弹。哎呦，这一根是大小。对，这一根是假的。这其实他是躺下来的嘛，感觉有风了，他就有风了。啊，没子弹了！撤！这里是有一般的啦，这就很久，拆很久。对啊，那我们回去好了。下啦，水泥方块，我需要大一点的方块。哦，这一台是什么？氧气站。这里很黑吗？晚上当然黑啊。Okay, 嗯，我先走了。嗯，我等你哦。不用，我说你看得到标记了，没有关系。你说要的话，说多大的人了。啊，我就会怕咩。哎、欸，打蜥，打恐龙，打恐龙，打恐龙，有恐龙。麦田州，哎呦，五最多的哦。肉饼哦，肉饼需要香料啊！哎呦，哦，一只1000经验，对啊，哇哦，这么多，哦，有汉堡，而且还有蛋可以捡呢，哇，好赚哦！打恐龙太赚了吧、欸、？CP 值这么高，冷弹枪真的很强哎。还好我没有说什么，我死也不用散弹枪。这个吗？这个吗？这个？我好期待我们有一艘大飞船可以起飞了。到家喽。到处咯，闹蜜粉加纯金属，然后哦，你是说这个哦，好看耶。嗯，蜜粉要鼓舞纯净水，这边的话这样吗？好，再来慢慢来，水来做个矿枪的子弹。哎、不对，是多功能工具电池哦。嗯，啊，繁星要不要带一把？嗯，我在弄。我要私心带汉堡出门。可以，那汉堡是唯一的一颗。没有汉堡可以再自己做啊，可是我没看到纯净水是从哪来。对啊，纯净水好像就一开始给的那几个。应该是要 有那个、啊、水的蒸馏器之类的东西，可是要它建在水面上。哦，所以我们要去水面那边，可能盖一个东西才有办法去蒸馏水。我要私心偷哈基的汉堡，但是偷不到，为什么？
气站、冰箱、燃料罐，需要水。嗯，我要去拿饮料喝。亮度调到最大、哦，有成员座椅耶，所以那个船舱是可以有成员坐在上面的。对，我已经坐了，有汉堡好了。哦，嗯，我已经坐了，在这里三个。我是听到旁边有人吃汉堡的声音。汉堡在冰箱、啊。没有，没有，没事。没有吃汉堡，没有。我在吃土，连土都不让人吃的吗？吃土。我刚刚会回。啊？啊？我有听吃广告会回血。好吃广告，好，吃广告回血，大家回血哦，大家回血啊，回血，回一下，回一下啊！有事找阿王吗？讲的，哎、欸、哎、欸，来啦，来我这，我这没有广告。怎么以前天堂不是宝石度满才会回血 ？Michael 也是天堂啊。嗯哇，牛奶有这么多瓶哦、啊！就是打海边那只啊，海瓜牛，嗯、超恶心的，很可爱，经验很多哎、欸。哈基子的可爱是想戳他背后那两颗吗？不是两颗，背后那几颗、那個，很像那个福寿螺蛋的那个。不是，可是我不会说福寿螺很可爱啊。走吧，翻新去哪？啊，福寿螺。啊、对，我还没做，还没做。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像还没连学都没学，等一下工。哎，光头工放了。陀螺仪放了，燃料箱、小型发电机、发电机、燃料罐、推进器。那我要做什么？哦、我家冰箱是负十八度哦，他是把东西直接解冻。对，单枪啊，谁的机车？步枪子，谁的机车剩一分钟？应该是我的，应该是我的，因为我一下来就开始在建飞船了。水手收机车啊，收机车啊，救救北极熊。这里。啊，不是啦，嗯、我不是要上。没电力了，让我下来。哦，有了，下来了。小型船舰，这是哦，成员派系不同，无法做。哇、哦，嗯，等一下，我先把你说多功能建造枪吗？嗯，好了，你现在应该可以做了。哦，可以耶。等一下，我这还没做好啦。等一下，急什么？你只是做一下而已。急什么？急什么？我就急，我忍不住。发电机，然后、哦、可以了。还有什么啊？发电机。谁一直在用这个箱子？哇，你慢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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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急，我不急，不要凶我。我没有很急哦，急什么？不要！发电机改装我的这个战舰，嗯，感觉很好玩。机枪炮塔，下我的推进器呢？他玩推进器嘞？在做吧？在做吗？我刚哎，推进器。刚好像有拿一些回来、欸，哎，推进器 M 还在做，燃料箱，嗯，像没有，好像飞船下面有缺一块，真的吗？你们怎么会看得那么清楚？对啊，有观众讲说我飞船下面有缺一块，可是哪里啊？缺一块，缺一块。
燃料箱放旁边好了。这样子我要加燃料比较好加。藏在内部好像不好加。阿旺好了。好哦。这里。大概啊。哎、欸、我。复仇。哦，可以耶。刚刚他吓到我，我要复仇。帮你修船啊。我要给修船。哦，好了。可以啊。多功能建造枪有一个维修。维修。有帮你把玻璃修好了。虽然不知道你还是谁的，是要用都可以用啊，还是你们为了自己做一台啊？教你怎么做？先不要好了，我们先去拆那一艘好了。好吧，好吧失望是不是？对啊，想说可以教你们大家一起玩啊，不是只有我们在享受啊，对不对？等一下，我们拆那个也很享受啊。好好好，是是是是是，对不对？放心，开心就好。走啊，走啊。这谁的车在后面啊？等下我是面对要面对，我的车要把没收。云月的啊，我的车不是已经被收起来了吗？没有啊，我想说你的，我就把它重刷它的时间而已。你就收起来嘛。是啊，我才不要带两台机车在身上嘞，很重哎。没收啊！你收，你收，你收，给你，给你。啊，这样。欸，三角龙要不打？好啊。行，方块。子弹吧。对。弹球。狙击先 A 级发，你能打哪一只？好好。你看到哪一只？哦，好痛哦！三下在痛了吧？超痛哎、欸！啊、请问你刚是几发？两发就死了。两发。哦，哎、欸，有啊，他有弱点呢。哎、欸，还有一只哦。嗯，因为我刚刚打这只三角龙，打他屁股之后扣一点点，然后打他的头就扣直接扣70%。哦，有燃料。好的。那炮塔有点不太想靠近啊。那个炮塔，他射我一下，有300滴不见，而且超远距离。啊，它射速很快吗？就是子弹飞行速度很快。啊，雷射枪，哇，好吧。想要不快的话，就用迂回战法。那个，这该怎么攻战呢？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是250米的位置，就他就开枪了。可能更高阶的枪吧，看能不能超出他的射程。你看那种脉冲枪，不知道他的射击距离是多远。我都躲不过了，那个射速超快。嗯，哎呦，我看到一东西在飞、欸。嗯，啊，蜘蛛，我切到打，我切到指令模式的哭啊！你好开心哦，很开心啊。不是哦，我看东西，然后你就两只大蜘蛛出现在眼前。嗯，开心啊！啊，你是会很开心吗？你不是问候他老师之类的？好，看一下，脉冲，可以放一个燃料罐。哦，可以耶！他记那个火箭发射器的最大射程是360公尺。哦，超出他的范围。然后最高级是等离子降落炮，也是360。哦，等离子炮。嗯、哇！氧气呀，光步枪，脉冲，100，限电键，氧气罐，氧气站，激光，这个吧。他其实在做水泥方块吗？水泥方块，对啊，想到可以多做一些，哦，可以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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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的话，我这里还有70个，我先放箱子。哦、那我先把里面的取消掉啊。好。
这款游戏已经算是正式版了吧？是老游戏了、欸，对啊。可是它好像是今年才脱离抢先体验。是哦，因为我看它的游戏发售日期是今年八月。哦。这脚架啊，我的脚架在这里。帮你，他帮你在挖了吗？对啊。嗯。嗯，我在外面啊，你在里面不是吗？没有啊，我在外面。在外面？我在另外一边的外面。哦。一网，你搞阿公这个就外面。不是啊，我你讲完我跳进来了哦。我学哈基喽。哎、欸。所以他要转向成这样。这高的地方很难猜耶。这一种。哦，毒药伤啊！悬空还行啊。这样，这里翻个脚架。接着它悬空东西是不是会掉下来？对，对。我不知道会不会不见呢、欸？看，还是悬空就可以用一拿。哦，可以可以，悬就是它掉下来，过去按 F 可以捡起来。哦，那我们把它地基全部拆掉就好了。对，地战。然后就发现他就浮在空中了，这样。阿旺吼，哦，什么馊主意啊？哦，阿旺哦，阿旺最喜欢出馊主意了，搞爆你们！欸，我把整个翅膀弄垮，他只给我一个钢板，钢板，钢毛，钢毛啊，钢板。哦、我这发音不准吗？怎么两个人说钢什么，一个说钢毛？我不知道啊。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个东西，表示应该真的是对，真的都是你们都脏脏的，怎么办？哇，原来是这样。你不会因为十五号过了就这样哦？哎、欸，残骸卡在空中啊！哦，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那个脚架嘞？那个脚架嘞，还没做好吗？用完一个弹夹了，是不是带太少弹夹？我觉得好像不够哎、欸，我带五个，两、啊，这样要回去拿。嗯，嗯，哎、欸，小型推进器，从这里还有一个。这跟我讲小型，开什么玩笑？是隐约的声音，总是我的脚架是不是伸不起来啊？哦，我听到有听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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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按 Q 按 Q 可以翻 Q， 你噔噔噔噔，所以赖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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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过来，哇！看你的脚架出来了，脚架成功了吗？对。这样子是缩脚架吗？我、没有，你脚架还在。要怎么缩啊？你刚脚架一直有伸缩伸缩的声音啊。哦，你的车好帅哦！我要再盖一台。嗯？我要怎么伸缩脚架？我来看一下快捷键好了。先关电。哦，太白！看一下快捷键，伸缩脚架，化身设置控制。装填次要活动虚数引擎公共频道。无人机，打开尖灯按钮。
干嘛？你很享受哎、欸？没有，我刚刚看到破土，然后走过去我就掉到地板底下。底下？对，我刚掉下去，然后突然船上来了，然后就发出了声音。哎、欸，你们要打开尖灯的话，可以按 L。哎呦，哦，手电筒。哦，对，内建有就对了。是因为我在找伸缩脚架的时候看到了。那请问我做那个手电筒的意义在哪里？哦，更亮啊！我等一下问问看啊。我没看到伸缩脚架啊，还是说起飞的时候自己会缩起来？试试看。动。有收起来吗？我看不到底下。哦，看不到底下。还有三个，哎、欸，还有四个、欸。不过它好像会自己停好，是不是啊？对，飞船自己做的。好像太多飞出。推进器了，这是它，它的 Q 跟 E 是相反的吗？哦，不是，不是，米弟不要吵。哦，不会解体啦，不会啦。说飞飞解体，应该不会吧？他是不是自己会停下啦？啊，反正这样我有脚架了，可以了。好，起落架。先应该有机制可以设定啊？逻辑闸什么可以设定？就是到点的时候，你可以按的按键。然后电力就不见了，就把它关掉之类的。这个我就没法多啊。繁星怎么拆的？上面在各种掉落、欸，这比较快啊。等一下把这整个用掉了，就把最底层挖掉啊。奇怪，你在施工了吗？我在最底层那边啊。哦，来啊来啊来啊！不会用。哦，你旁边有叠土了、哦。刚想说没办法、啊，跳不上去。信号，那这信号我要怎么控制信号？什么加电量？哎、欸，为什么你的光是红色的？飞行员不拆解吗？哦、我是，哎、欸，我自己是用拆卸，我不知道有没有拆。好，那我们拆卸看看。那、哦、飞行员模式是可以帮忙开炮吗？对吧？不懂，不知道。试了就知道。我试了之后，我的滑鼠指标可以在我的画面上移动， oh. 就是它会在你的一个固定的范围里面可以瞄准之类的。嗯、基础设施六，好，这样子氧气罐有了，然后 OK， 它有没有翅膀啊？我看一下有没有翅膀可以稳定飞行。哦，我以为你是说装在背后的，我说装在飞机上的，有没有翅膀可以稳定？它是快浮空了，加固。对，拆卸好像拆比较快。有，嗯，拆卸一次扣200啊。对啊，另外一个是100。哦。起落架，看一下哦。选定标识后右键选择配置信号。所以可以做炮塔、机枪炮塔、格林枪、火箭。它应该快掉下来了吧？
吃鬼炮。伤害哇，伤害2700是怎么回事？哦，200。哦哟，快拆完了，已经底层。这什么矿？哎，白信，你看得到这个吗？有啊。白痴哦、喔！哎、欸，你站在这边看，他像举手欢呼，举手欢呼，好可爱、啊。看一下飞机设备，你在 tap 里面搞脚架，脚架这边会不会整台掉下来呢？设备这里吗？是不是？起落架，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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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后了吧？哦，没有啊，是，所以，他浮空了呢，看来他们这个科技比我们猛，真真过分。做，那你不会掉下来？要子弹吗？我还有3个弹夹，你没了吗？没了，带2个而已。搏击电路，我这个还有，我现在里面的还有83发。加进去，怎么可以这样？设备搞我们？对啊，这游戏应该要合理一点啊。对啊，他都浮空了耶，又是麦块。好、哦，超级麦块。我要先飞环绕赤道一周，开个地图。好。哎、欸，掉了一些。对，它有些会慢慢掉下来，不知道是怎样。好，他不知道哪边判定是还有连者。哦，嗯，有，反正听到掉下来的声音。嗯，可以这样飞吗？欸、可以耶。哦哦，嗯，哦，突然掉下来，我猜到好像一些关键的地方了。脚架信号，那所以它底层是、嗯、它现在是有判定有连者是不是？对，脚架设置吗？总控亮，脚架添加电路。刚在瞄准，没有啦，不是瞄准我啦。这里吗？这个树在发光。这里。铜货。哎、欸、不，有些真的就是麦块了。哇！掉下来，掉下来了。是。没有到我们想看的那个掉的感觉。但是它掉很多哎、欸，它中间全部掉下来了呢。你看。哦。算了，我先坐飞机外观好了。这块没有掉、哦，所以底层挖还是有差、啊，就他不知道哪里判定有连。嗯，这里，这里怎么办啊？哇，真都没有掉耶。哇！里面掉下来了。选择加，干嘛？
一被占用，二呢？这里添加。哎、欸，我这都没有掉哎、欸，好蛋哦、喔！配置性、啊、没有子弹了。我遇到一个遗迹，他在开枪射我，我要射回去。配置性、啊，然后发现友好度直接降到负的，仇恨。写 N 等的是指背系的啊，这是怎么会开枪的嘞？啊？我没有弹药了。哈哈。所以我配置一下哦，我没了。那现在我们就这样、哦，我试试看，还有一些。射啊！他没有负重吧？我身上的质量是58吨呢、欸。58吨。等一下我，128吨。我比史蒂夫还猛啊！有飞船的那角度在哪里啊？大球，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哎、欸，你少挖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啦！你看我，对，我没有，我现在离开那个位置。哦哦，小型船舰哎、欸，是坏掉的。但这个修好应该就可以用了。哦，哎，允月，阿基，你要不要来修这一台？啊，我那台载很久了啊。这台修啊，修就修啊。为什么我们不去？因为我……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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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么修？学呀！我看一下。耐久度已损毁，小型推进器，灯具，这样吗？嗯，船的耐久度要不要下来看吧？船上没有吗？应该有吧？没有吗？你搞，耐久度没什么在扣呀。好，哦。好酷哦！我就觉得直接修这个好像又很麻烦。你又懒了吗？啊？没有，因为材料都在家，这样来回跑，感觉自己在家做一台就好了。他想做了，他自己。配信玩。呜呜呜！有玩游戏了，呜呜呜呜！怎样？那繁星你要不要做一台？我是可以做啊，那挺有聊啊。好吧，你看我拆光了。好屌哦！是，至少四个就上来。走，你好，五号一号。奇效。那你去拆那台飞船啊？没有啊，快好了，没了，没了，没了。这个转弯真的要绕很大一圈。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别射，别射了，别射了。186吨，你辛苦这台车了。他说配置好的一在哪里啊？废弃的。好，废弃我来开挖了。四、五，配置好四个暗之阵。这边吗？哎、欸、哎、欸，我猴子出现了，猴子出现了，猴子出现了。对，真的一堆猴子声音。去防回，耶、yeah, ！回来了。我只是拿个拆气枪，那拆气枪拆人家那个废弃的基地，然后一拆下去，瞬间里面一堆那种蚂蚁还是什么蜘蛛的声音躁动起来。哇哦！订阅耶！啊，耶！好多，百灵个太白，能改变哦。货架在这里。欸、我带了8900300个钢板回来。哇哦！
超多，现在还有很多。哎、欸，不对哦，再加4000，我身上1800而已。我靠，复合金太板，制定污染了。这边启动，哦，好像是这个 E 的关系吗？对，眼圈。好了，阿旺换你了。好、no?。此武器模式无效。好、啊，这都要怎么攻略啊？天哪！自定义打开。来做点用频道二。还是说悬浮飞船？一下，全用频道。嗯，小型，你们是做小型舰船哦、啊？信号二对，小型舰船。呼呼 ，yes。先走。信号二已被占用，没办法、啊。怎么了？我打爆他们的其中一个炮台。然后里面发出那个噔噔噔，是不是有点不妙？哎呦，还不跑，跑起来！文化器，动一，从这里去吧。定义是一，然后设备，这个东西。关闭，然后在这里设定成一。我靠！对不起！占用。哇塞！用信号一已被占用啊！对不起，红色大蝎子要许我，这啥鬼啦？哇！吓死了你！算了，这个先不理他。鞋子嘞？哎，那个磁浮的怎么在他的快捷键上放东西啊？磁浮的什么在快捷键上放东西？刚刚看那个磁浮的有点像那个天文馆的罩子。哪一个？这是你的吧？不会的。悬浮飞船，然后它第一个快捷键有点像天文馆、哦，天文馆那个。第一个快捷键很像天文馆。看一下哦，叫做探测器。嗯、哦。我放上去的、啊。你要放相对应的飞船，因为它探测器有小型飞船用的跟悬浮飞船用的。哦，因为之前有做一个什么摩托车工具。摩托车构造套件，哦，它可以改装是不是？因为它可以做出来啊，然后就做了，不知道怎么弄。线，那摩托车骑上去不是有很多快捷？哦，钢风，加固钢制。现在在研究飞船怎么弄，我在当盗贼，抢人家的东西啊，很刺激耶，这里超刺激的啦！看在哪里？你这有外星人，跟你们有没事的可以过来，而且是那种真的就是两只脚、两只手，就是像人类走动的那种外星人。哎呦呀！真的是还是要看教学来学啊，飞船。可是他教学都是英文的啊，啊，要学不好学呢。这是一个，哎呀，这是辐射石要求，推进器要求哦。
哎，外星人你好。哎，我是不是没有坐到驾驶舱？哎呦呀！哦，看看看。跑超快！帮他去啊！啊！这样真的很刺激。这样，这样 ，OK， 好。来研究怎么盖？我嗨嗨嗨嗨嗨！你我得我神棍砖，神棍砖，我神棍砖，我神棍砖，我神棍砖在乱打别人基地呀、啊！哎哎哎哎！干什么去？哦，这是什么意思？妈呀！小型船舰，它这个核心盖了，然丢下来，然后呢，就沿着它，对，沿着它，沿着它建造你的飞船。哦，外伤。哇！蝙蝠没啦！别乱学，学到没天赋。哇，还有吗？出来呀、啊！哎、欸，那不用出来呀、啊。起落架要怎么盖在底下？啊？起落架？起落架？哦，盖错了是不是？形状选择哦。你盖的时候上面要看它上面写说是符合小型船舰的，还是符合那个漂浮舰顶的、哦？有有有有。逛逛逛了差不多，我要往前喽！我怕死哦！核心是发电机吗？核心？你说飞船吗？有飞船，飞船要核心要在大型的建造台里面建造，它有一个飞船核心。哇，我真的在星球另一边呢。对啊，所以你刚刚讲说可以过去看看，我说哈，我先回去好了。我觉得这里我一个人不太妙，我还是不要好了。啊，我阿王你在哪？啊，我在试着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要看你在哪盖。这里啊。哦好。可是我不知道他还有需要什么啊？可是盖了是不是就不能拆了？可以啊，拆卸箱啊，哦、是这个啊、哦。他船舰，你是盖小型还是盖漂浮啊？小型，小型，想说小型应该就可以取代一个漂浮的功能。对，啊，小型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要有电，要有对，电。谢谢。他有一个发电机啦，有小型用的发电机，还有他的燃料罐，两个都盖好之后，你就可以上飞船启动它。你的飞船应该就可以正常的运作。如果你要让它往前的话，你要有推进器。嗯，你要让它转弯的话，要有那个太快太快了，等一下。然后你一步一步来，你先把发电机跟它的燃料罐做出来。发电机、燃料罐、推进器、陀螺仪，四个。陀螺仪。再就是其他的功能了。嗯，有陀螺仪握住了，发电机跟燃料罐。游戏叫什么？标题有 ，My Cry。这游戏叫 My Cry， 对 ，My Cry，My Craft，My Cry 模组。我们看到下面那个有没有一到零？有没有？这个就是 My Cry 模组扩充，从九格变十格，有没有？厉害！我装小地图模组，右上角看到小地图，对，一模一样。
我看过 ATM 啊，左下角也是哦，生命宝石宝树。对，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我抓到燃料罐的，燃料罐是不是超大？你要看是小型飞船用的燃料罐，它是可以用啊。哦、你回来了。对，我发电机找到了。哎、等下，只不知道怎么这两个，不知道怎么是朝后啊。对。我发电机小型的，它的电量就少这么多。其实也不用到太大容量，因为老实说用不到。哦、小型的就够了。好、成员座椅，我先乘客座椅先坐个两个。你怎么让它变？就是为什么会斜的飞？斜的飞？对啊，就是刚刚想下来，但是它就是斜的起飞，斜的降落。Q 跟一。哦，好，懂了。帮你关电源哈。啊，好。带了一大堆。偷来的东西，偷来抢来的。哦，我抢到一个夜视仪耶！哎呦，看玩家护肩灯，一个快捷键，什么意思？什么后悔石啊？想说小型飞船那边全部学，从上面开始往下点，点到还靠，还不够哎，这些太多东西要点了。哦。点了三个十二点数的，他自己怎么了？是我刚抢到的，我刚看到有一把枪，它也叫突袭步枪，可是它后挂号 T2。哦，对，那是下一阶段的，相对比较高 ，T2 版本的。我们这星球没有那个材料，那我就做了。你、hey， 有人越级，有没有一起去偷啊？虽然它还有一半，哦，可以，我不太敢走进去。我可以在你的飞船后面加个位置啊。可以，我现在在坐那个位置了。好诶、欸，我其实我的飞船就已经有四个位置了，可以飞了吗？哦，也是可以飞的，只是没有炮塔而已。没关系，有阿旺。哈？把你绑在飞机下面。我问他。等。啊！我要吃东西，想饿了。食物不够，我没有食物了。有冰箱有好了，好牛！也是，看我家尖灯一个快捷键，是这样子吗？来，好吃，这不知道怎么做哎、欸，夜视仪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小，应该是不知道怎么用它。玩家护塔，这里吗？哦，机箱塔。小型飞船更大，阿旺在重盖啊？不是，我只是在试。对啊，重盖。阿旺的船内部去啊！哎呀，发生错误！哈？啊？发生了一个内部错误，请再给我们邮件中转。继续。是因为我这边刚刚把它拆掉的关系吗？我不知道，我刚画面跳出一个发生错误，要传讯息给游戏制作商。因为我刚拆完的时候，它突然显示就是飞船显示敌对，然后消失了这样。哦，好。我也不知道。总之，我想要去参考那一台坏掉的，因为我觉得它盖的蛮漂亮的。我去啊！我要去截图，我要去拍照，要拍各个角落。我要去拍照。好，传信可以上来了。我来了。哦、你是这样子的、哦，你会太过分啊！我去看一下，怎样坐在外面？请问可以啦，这个风景多好啊，很透风啊。我这怎样坐这台？我觉得不行，你走开。左边，要不要坐左边？坐这种车绝对不会晕车。哎、欸，阿汪，为什么你屁股是红的？屁股是红的，你说那车尾灯吧？哦，每个人都有，好吧，没事了。阿旺来啦，我们走了。不要啦，我要去那个
参考资料。改一下我的船。八点。发现不需要太速度太快。哎，弹药箱呢？改平移的。冰箱。手动门感应器。我的乘客很安全。屁啦！氧气站还是要大型的才能做、啊。侧边隔一个，看能不能平移移动。哦，跟古神翼龙一样。哦，在这里。小型容器控制器。好了，可以耶，这样就可以平移移动。装的武器弹药。我们去那边啊，再去看一次哦。好啊。W 往那边移动。嗯，机枪塔这里吗？还、啊、是这？小心弹药。我是不是骑错边了？哦，我的时间正在快速增加中。那。哎、欸，我骑错了吗？哦，没有，在我们往东边飞。对，嗯，你那里有没有氧气啊？对耶，等一下，我三度，我三度有点冷，等一下，再来，等一下来一点。我觉得还好啊，不会啊，不会冷啊。他已经出现了一个惊叹号，你要跟我讲啊？为什么你会没有，我会有啊？我不知道哎、欸，没有头绪哎、欸。那刚刚你降一点就温度回来了。哦，好，你飞高，你飞高。好看的、啊。不然我们换一下位置好，来，我教你。我教你。你这样会射到我啊！你这个枪会射到我、啊。你下面是什么？那坨什么？哎、欸，金字塔哎、欸，你要去？关闭树叶，我以为是一坨怪物。哦，啊，右边那一坨金字塔像大便的嘞，你看过了吗？没看过。问号。哦。要去吗？遗迹吗？哦，好多植物哦。盖的啊。对，很多植物。等一下、哦欸，我它有门口哎、欸。我停在那边好了。对啊，我其实看没有很懂它是怎么盖的。下八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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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啊、你停车可以先让副驾驶下来啊。好，可以下载。请停稳你的飞船。哦。啊，那白痴哦，哈基，我知道了。啊。来、哦，你怎么用的？那个，来，还你。你刚给我什么夜视吗？夜视仪，来，你按 L。好了，我勘察完了，按一次 L。哦哦，有了哈，放身上厕所了。对，要放身上。哎、欸，舌头。他这个要修，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啊。有东西吗？以我的智商，怎么可能修得好、啊？拜托、欸，有哎、欸，有那个地下遗迹哎，又下去副本哎、欸，就是副本哎、欸，好开心哦、喔！不是啊，我想说我要从这个船舰的上方看一下，然后我就不要有那个小，它上面有一个小型推进器，我的洞我直接卡在上面，傻小，你想拆走是不是？可以耶，气死我！哎、欸，不对，现在就不见了，杀毁了。让拆解吗？拆卸会不见，拆解的话也没有任何东西啊。呼呼，对，嗯，盖得很详细。马进去吗？我可以。这倒是等一下，我要来了，等我一下。啊，你要载阿旺来吗？啊，没关系啊，不要理我。哦，这些没有经验。
在努力盖这招。好，来当屁还乱采花。步枪子弹，看来还在做，还在做，还在做，应该还在做吧。对对 对，我在做子弹，我马上就过去了。我步枪子弹用完了，这可以采吗？我哎、欸，后面还有一些。哦，这浆果我们可以定期来采收哎、欸。刚好我是不是骑错别人吗？家里附近可不没有，它一个很像那个从那个什么大漠神殿，而是往下的。好了，我来了，我要出门了。那你们在哪里？我看一下，在哪里呀、啊？先左边，四分之一个地球。四分之，我看到你们了哦，好。哎呦，靠云月起飞了。是王安？哎、欸，他要怎么盖底下？我是要先把它架起来，是不是？你要叫架脚架的话，其实脚架可以放低一点，可以塞到地板里面都没关系。然后你等下起飞的时候，让它重新确定一下脚架的位置就行了。哦，嗯，啊、不然我该应该是也是可以盖核心的时候先盖比较高一点，对不对？核心你可以放高一点，但是它会掉下来，因为它没有支撑物。哦，好，懂了。你可能地板先放。个一般，可不可以先直接凭空放啊？试试看。哦，不行，小方块不能凭空放。我刚刚试了一下。哦，我刚拆核心，那核心会坏掉。对，核心直接坏。对，就会直接拆爆掉。哦。那我先把它垫高好了。我们的援军飞机来了，看着它飞了。雷打上还是地图？哦呦，哎、欸，好快哦。你在哪里啊？我怎么快了？快了！快了！前面！哎、哦，有了！你看下面，看啊、那个飞机，打那个飞机，射他！哇、哦，你真的射哦！那在哪里？这里吗？对，那射你的！别！哦，你盖的不错哎、欸。等一下，我先停。好了，关电，走喽。我还没做翅膀，我就想说你们都在探索，我也要来玩。你这炮台好棒啊！你要看一下后面这驾驶座啊。你等一下可以坐我的，你等一下可以坐我的回去啊。我的是室内的。妈，我刚是没有是有氧气，但是差点冷死。里面是凉哎、欸，坐里面超凉的、欸。哦，哎、欸，哥没了。底下有敌人吗？我们还没下去啊，在等你们。还没下来过，哎、欸，我自己滑下来。等一下，这怎么了？你要讲什么？这不能拆，我刚刚拆直接爆掉了，拆就直接坏了。还是你是说水泥墙这些？我听到声音，听到蛇的声音，还是虫？对，听到蛇的声音。哦，里面，你看到什么声音？对啊，是不是就是打开之后好像就一堆里面在蠕动的那种声音这样子？对。从上面掉下来吧，哎、没有动哎、欸，是不是？哦哦，我、哦、阿王没很可惜啊，王。这怎么下去？我知道，用挖的。哎呦，我有带矿枪。哎，有动。我听到四的声音。大声了！哎，蜘蛛好多蜘蛛，等一下。我先上去好了。哪里？哦，看到了。他只会从一条路上来而已，射他。还有，来喽！哎呦！哇，好多、哦！后面还有两只，在外面跑来跑去。小的、欸，他是喇牙哎、欸，还有一只，变哦，
有包，有只大刀，有只大刀。哦，箱子有什么？后面还有一只跳下来，后面还有一只跳下来，在这里。一直有，一直有，还有小刀。杀死他们我会卡一下、欸。这有什么？箱子已经被拿掉了。嗯。还有什么？哦，拔牙。哎、欸，宝箱都有有一些水果。我、哦、白痴哦，看到了有蜘蛛洞啦，有蜘蛛洞。哎，我这里啊，下来的右手边，下来的左手边，这里这里这里。哎、欸，在哪里？有密道。哦，我来了，我来了。刚把门拆掉了。那边有没有？这里啊，那我打掉了。好打打打打，我、哦、说里面吗？哎呦，嗯，感觉散弹枪是不是比较有用啊？超有用，建议真的是做。哦，密道，对啊，我决定把拆过的拿过的箱子全部拆掉。好像都是食物，不是我刚刚那个另一个。逛的那个就是有一些什么电脑啊什么的机械的，嗯，喇叭菜有没有东西啊？上面有没有东西啊？哦，这是感觉这个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挖吗？那边有直播。哎呦。哇，这鞋面也太复杂了吧！很多种不同的鞋面。对啊，这是拆掉吗？还是……哎、欸，我找到隐藏房间，在哪里？哦，我在你们旁边而已。面对刚刚那边的左边还右边？面对刚刚那边的右边。哦，看到了。这个隐藏房间、哦，上次说带刺蘑菇，外星柠檬，外星柠檬，这拆开是哪里啊？还有很多奇怪的声音，哎、欸，在这里，追，这里是的声音，不知道这不算是哪里。蜘蛛，嗨，蜘蛛！下还可以再往下、啊。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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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大只大只的。它、啊、这楼梯真的会自动往下哎、欸，楼扶梯。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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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这我可以盖超久了。为什么这明明是蛇的洞，一堆蜘蛛在这边？对啊。哎、欸，我觉得我弹药不够哎、欸。哪个弹药？好多、哦、子弹吗？我给你，你还多少？我还剩五十发。你是步枪吗？三百。步枪的。好，我给你三百。哦，步枪。这边还有路哎、欸。瓦伦草根。感觉这里都是植物类的东西，作物类。对，对，蜘蛛要杀回。小只的，都钻进去了，对不对？对。小只的有600经验，大只的有1000经验。哦，这是什么？变灯哦。外星货柜，稀有。哦，里面有黄金 哦，自动采矿核心哦，还有一个史诗突击步枪 哦，所以它跟阿克一样，就是可以去刷那些装这样。自动采集核心，中间产品，好带着。史诗武器不能修理哦哦啊，找不到那个心，用完就没了，应该底下没了。哦，原来是这个是。捡宝游戏啊，
哦，打宝游戏。我们现在是打副本，然后副本里面最后的东西就是这一把枪。你搞不好了，没了、欸。哎、欸，那这个地方，哎、欸，这个地方是我挖进来的、欸，哎，所以、欸，还有其他地方有可能也可以挖开喽。有可能哦。嗯，没有其他。这位置，这位置是我挖进来的吧？还是要到门后面？要。哦，这里还有一个，哪里？在底下吗？重型护甲，哦，你要到那边，有个什么二锭哦，绿色的二锭，十二颗，还有十七个融合电池，在这里。刚刚你们看到那个的另一条路。一条路哦，我找到你了，你回来，你回来，出来，这里，这里，回来，这里，果然是副本，这边，刚刚是挖开来的，哦，又是挖开来的哦，它就是有柱子的缝缝看得到里面有路，哦，哇，这探索还要带矿枪什么来挖开，哎，对，天哪。还有蜘蛛身呢、欸，代表应该还有上面这里有洞，上面这里，这里上面，半只，什么意思？啊，这是刚刚那个蛇的地方。都回来了。哦，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个洞嘞、欸。哦，这个声音啊，在这边。哦，真的很慢一块。找不到那个切面。哦，开乱挖了。这个、哎、这里有逛过吗？哦，这绕一圈好像逛过了。感觉上就是在这遗迹附近把一些石头地方挖开，就有可能找到东西。对。麦块是不是有考古？没错，这款也有。哦，门后面你不觉得很可疑吗？对啊。好。诶、欸？诶、欸？诶、欸？越来越大喽。诶、欸？还是要变问、欸，这是另一个吗？回来了吧？嗨、欸、你好，我们你们捞一圈回来了。我在想，是不是听那个蜘蛛声就可以找有怪哪里有怪物啊？有可能，还是这个特殊的门后面都是有东西的？哪个特殊的门？就是天王看到了，你们过来。我因为挖那个洞，对，往上，斜右上、哦，等一下，大家先打他先、欸。等一下，蓝色蜘蛛，哎、欸，比较强的蜘蛛是不是？对，它蓝色的。要先射它吗？我来了，哎呦，摔到了。它叫蜘蛛两个字。是这个，好大只哦，它好大只哦，没经验。有在我这边1200，哇哦！那个隐月往这边右边挖，你刚挖的地方右边，里面有箱子，这里吗？刁难，对，挖到，上去，走，对耶，稀有箱，有蜘蛛，有蜘蛛，是，哦，哎呦，我好紧啊，不好走。我帮你挖平一点，来，请开。哦，这箱子有什么？看一下。哦，脉冲步枪、火焰喷射器跟散弹枪，还有一些，这是极锭哦，跟大型燃料包。Cool。然后我们不是那个有一个密道那边过去。墙壁后面我挖开了，好像有路，我还没走，不知道。等一下，这样我们就去过去。东西拿来拿吧，让我搜一搜。好、啊，
刚好看到。阿静呢？就是刚密到这边。密到。哦，好。哎咻！嗨！哎咻！哎咻！哦。哦，稀有采集核心三个，哦，黄金。我觉得上这个，它的后面墙壁这个眼，这个可以挖看看。嗨，亏呀！这里就这样走进来，然后就没了。这好像后面就没东西了。我绕一圈了，现在有吗？没有蜘蛛身了，感觉上差不多。有也有蜘蛛身了，有蜘蛛身了，哪边？啊，该不是什么？我好像挖到了、哦。你在哪里挖到了？啊，蜘蛛掉下来了！我听到你们声音，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听音辨位。我知道你在我隔壁，可是你怎么挖过去的？你是哪里啊？你们是在我下面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耶。我挖到这里是哪里啊？这里好像是我们进来的那个斜坡下来了。挖的，看到大蛇，你们看到大蛇了吗？大蛇。有，我在大蛇的上面。哦，我在音乐后面了。哎，在哪里？是这个。我们现在面对大蛇。你面对大蛇？对、我们在上面，我们在上面。哦，我在你下一阶。下一阶的路。我好险。啊，上不去了、哪里有敌人？刚刚是有听到，然后我就挖。这边这边有条路。哦，有哎、欸，这里吧，这个门后面啊。小支持。哦，你是什么枪的声音啊？脉冲。哇，我听到好像怪物在叫的声音。对。这是死了吧？死了、啊，他在挖洞。哦。这个上去吗？这是什么箱子？鸡包是哪里？哎呀，真难爬！不用，这锅子在……哎呦，床上面是不是有一条路啊？喂，又滑下去了。哦，上面就是到大蛇了。这位置挖过去是大蛇了，太细。锅子没东西，这是我们挖过的路？不知道哎、欸，应该是应该不是哦，因为要挖过应该会走到刚刚那边。好像没路了呢，没听到蜘蛛声了。对，走吧。喂，哇，你跳好高、好了，应该我觉得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该回去了。回家的路在哪里？这里。感觉就可以挖很看这是我们刚那个哎、来我这来我这来我这我看到一个大坡大斜坡继续往下走音乐嘞我走到了这里是哪里我在大蛇这边好大蛇哎、你在大蛇在上面啦大蛇对找到了上去吧，这里我记得我们从上面爬下来的嘛。没错，这里还有吗？这里是你们挖的吧？哎、这里还有，
我猜这是斜坡那里吧，那个大的是。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到底嘞？看起来这里是没有东西啊。看起来没东西啊。然后等一下我们走到门口，发现一堆人在外面等着我们。对，太阳下山喽！哦，浆果哦，这好多浆果。对，我第一次。水果还有，水果浆果水果哦，那补多少石宝石啊？好像蛮多的耶。水石融合电池，重型护甲，待会就可以换重型护甲，嘿嘿。然后就看，欸、看起来更壮了。还有一个要不要去？哪里？好啊好啊，哪里？啊、上飞船。好，我上了。上那边的是好啊。你那边太危险了，好吗？在哪边、啊？还、欸、不错、啊，我觉得不错哦、啊。因为你上去了。等一下，我还没上车，司机。好，拍谁？好了吗？老司机，等一下，哪边还是上点车？后面的后面有四个位置。哦、好了，有看到我的啊、哦？能侧着坐哎、欸。看到他记了。对了，开枪！哪你可能？哎、欸，司机，我的画面就只能横着看哎、欸，我现在是一只螃蟹的视角。这我嘛不怕刀。哦。没有乘客至少要有一些乘坐的那个什么问卷吧。我觉得你可能要先买个保险，或是签个生死状之类的。保险下面那个用啦。对，这个绕到后面，因为前面有机枪台、机枪炮塔。机枪炮塔在哪里啊？在他前面，你经过他就是你了。哎呦呀！我没看到他的机枪炮塔，算了，我等一下绕到后面去啊。我的座位不错啊，观看不错啊。哎、欸，不是啊，风景很好。你说、啊、这边是别人家哎、欸？他是外星人的家。对啊，我听到他不是那个 NPC 的那种。就是会扣名声的，所以是哦，这野生的外星的家、哦、野生的哦，那拆啦、啊，我不怕啦，他不能拆，我把就杀了、啊，讲错了，不叽不叽不叽的声音呢？对，白痴，然后绿色球是有辐射，那可以拆掉吗？哦，可以，炮台，前面那个有个村，哦，干。那个叫能量药片哦，热饮。到底是什么声音在叫？手枪升级包，东西都没了。这是电梯吗？啊，可以，那他只射我哦。哦，这是楼梯哦。对。哎、欸，我看到有外星人爬下去了！啊，还有外星人！外星蝎子死了，死了！等一下，上面有两只人形的。你怎么上去的？它有个黑色的地方，那个像空白键哦，是楼梯。对，它是楼梯。哦，狙击步枪、铜矿、立场发生器。哦，二升，升二。哎呀！哎！回头有枪哦，有那个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我觉得敌人看到也是一样的态度。外星人入侵了，基地被入侵了，这样吗？出事啊！哦，爆了！好，哦，我血剩一半。你要不要吃水果？水果可以回血。哦，绷带吧，绷带回比较多。好，我有绷带。但是上面还会掉下来啊？可是他怎么下来的、啊？不
不知道。哎、欸，我这辐射有点高哎、欸，有点灵了。对，这里我觉得要下去一下，稍微修一下下面。它这个东西不能拆啊、哦，这里都不能拆啊，无效的武器。蛋不能吃啊，蛋吃会落塞。不能用建造枪改变这个建筑，维修拆卸也不行，都不行哎、欸，我天哪、啊！那我用枪打爆它嘞？不行，哎、欸，我这把枪有狙击镜哦。搞半天拿狙击吗？可是它是步枪啊。脉冲枪也有狙击。哦。吃水果，吃水果，吃水果。要睡觉，晚安，晚安。睡觉的晚安。再去冲一波，好，好，二三一二三，等我一下，等一下，我已经跳过去了，他这边有一个那个楼电梯，没事，只有你上去，只有你上去，没事没事。What the fuck？ 电梯在哪里啊？这里这个是可以下去的吧？ 可是那能拆它吗？这个位置好像不太会有辐射，还游戏没有蹲呢、啊。靠近。别太靠近，这个位置可以。拆不下，下不去啊。藏错。对、欸。有把东西丢出来了，是不是？啊、自己是把东西丢出来。哦。拆不掉啊！知道怎么拆？那蹲吗 ？Auto 还是要买带手榴弹来？哦，对，可以做那个吼。对啊。还是我们再去绕看其他路，有没有其他路？好，走啊走啊，好，走。白痴哦、喔！你叫我们是不是下不去？我要怎么下去？我要怎么下去？新营就怎么下去？开始，我操，是不是他？选项设置控制，等一下啊、喔！你东西掉出来了，我枪掉出来了。向下按 C。C。哦哦，要了要了，要不要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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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那边，去到那边。刚刚往下看到，哦，下来了。我觉得我慢一点，我慢一点，我慢一点，慢一点。可是我在等你下去啊。我扫三哦，一二三，二三走。哎，这箱子而已。哇，红箱子被占用了。特定。白箱子被占用了，好啊，好啊，步枪升级包，哇哦，好啊、这样强化器，这样抢东西很尴尬，步甲增加好强哦，不要叫，啊，音乐生气在杀人了，音乐不要，好，我在下面捡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捡不到，我捡两个箱子。这个满了，外星生物梯，我身上满了，我身上也满了、欸，下面好多箱子哦、喔。我还有空位，要不要先回去一趟再过来？你在哪里？下面哦，这个，就往里面走啊。来了，电脑，电啊，手枪给你啦，手枪我不要了啦。还有什么？就这个、喔。这个这里还有个箱子上面的，哎，都已经收走了吗？可以拿，这还有、哦、箱子哦，这都是箱子哎。借零件，我怎么先下去了？白痴哦，那个有辐射哦。哦，这里哦，货仓，哇哦，喂，吓死人了！哦，哭啊，他这个还有第二页哦。机器人哦，我死了吗？哎、欸，头上那里还有，啊爆了！那边还有更后面呢、欸。哦，我们先回家好了，先回家，还是要先把这里先能清的清一清，然后再回家。都已经我是放不下了啦，所以我一定只能回家了。好，回家，一下是往哪走？这里吧，对。啊，我知道了啦，等一下我把我的车子放上那个箱子，嗯，这样就可以搬更多东西了。
你是不是卡到屋顶啊？哈记。我想说你怎么卡在那边？你是不是在卖萌？阿基在卖萌啦！哎呀，哎，更衣室可以拿、欸，等一下我拿一下啊。更衣室有东西、啊。阿基在拆东西，来帮忙。没事没事没事，我继续摸。这里都还没关好，我先回去。这电脑，走。电脑能用吗？不能，可恶。好，回去了。回家。等一下，这也可以拿、欸，等我拿一下。燃料包回，回我帮我看到可以插我这个。哪个？啊！哎，我们不用回家了。为什么？啊？我的飞船后面我本来是放弹药的箱子，它可以放一般道具。哦耶！怎么放啊？在最后面有一个绿色的箱子。哦。我的飞船后面有个绿色箱子。你知道刚刚我看那个？它那个大型燃料包，嗯，放下去直接50%满，50%哦。来换哈基。哦，你这个箱子其实也不小呢。我本来是要放弹药的，结果它可以放东西，哎呦，就可以直接再下去了。然后我不小心把我子弹也放进去了，放得太顺手了。有点纸碎石，燃料包、手枪、蒸汽包，子弹包 ，Rigo， 外星刺柠檬，体温减少5。好了，走吧，走。我想说，你说我们不用回家是怎样？不会有现有东西可以见了吗？这里还有箱子，都收了吗？这里都收了，这里还有一个，也收了。飞船后面，哎、欸，对你放弹药的可以放其他东西哦。对啊，我本来是弹药箱啊，我想说那是存放弹药用的。哦，那我也有那个也可以用。你的也有吗？对。继续回到刚刚那个位置。好。上去！我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心跳在跳，耐力不够了。哦，原来是你的耐力不够。对，有鬼来了！鬼很近，鬼来了！我箱子里，烧圣木。还有，哦。哎、欸，哎呦，这位置是刚刚不一样啊！另一边。你刚刚是走左边，现在走右边。先回去吗？还是其他是通的？那、里面一样有很多东西可以收。先拿。照收。当前被占用。哦。机器人吧，干什么东西啊？吓我一跳！哎、欸，这边就是燃料罐，这燃料罐，这都是燃料罐哎、欸。对，这不是箱子。等几久了？啊，我被寄生了，等一下哦。前面是有路可以下去。外伤。哦，这好像是他们的核心呢、欸。控制台。你在哪？我来。这边有枪，这边有枪。里面有东西吗？没有，就都发电机而已。这边有机器人哦。对面。嗯，看到了。应该也是核心，嗯，这感觉到是他们能源室。哎呦，
你只听到惨叫声。下去了。好。嗨。哎，外星的，外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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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还有，还有，还有。哎呦！哎哎哎哎！机枪有机枪，机枪是我啊！爆了！哟，机枪！我说你怎么射我屁股？我刚才想说你怎么在射我屁股？两个人都在想说谁在射我屁股？我看，哎呦！箱子哎、欸，不会正要装 C4 吧？这什么啊？哦，那个卡机应该收完，这个应该没有了。这要怎么开啊？什么东西？紫色的箱子？紫色箱子？拆！给你看啊，我矩阵的，来你看。哦，大型 CPU 矩阵。哦，大型的 CPU 哎、欸。还有一个小型的，哦，那这箱子爆掉了是不是？它是不是有个什么开关？你怎么了？你怎么爆了？地板会掉下来，然后我掉到了外星人的家里面。你在哪里？刚那边吗？对，我在底下。下去啊！我是直接摔下来的，它是地板直接爆掉，在这里。哦，我看到了。哎、欸、哎、欸，要位掉下来了。哦！哎、欸，爆头差好多、哦，两三枪就死了。这里辐射9哦，所以我现在赶快离开。这里辐射好多、哦。哦，紫色的东西呢？等下再看是什么东西。好像先找路上去了。这里吗？这个门吧。这个门，这个门找不到。哦！血量。这枪怎么拿的啊？欸、这里还有这，哪里？无效武器，无效武器，不行，拆不开。哇哇，把你录上去吗？我试一个东西哦，等一下啊、哦。好，填充，不行，这个地方不能填充。这里辐射都是9哎、欸，好多只哦！里面这里有路吗？没有，核心，是核心，它的核心能打吗？打掉吗？哎、欸，可以打掉了，掉了！这样我们可以拆了吗？好像可以拆了哦。可以拆了！哇，跟史大棒那个一样，有保护的，核心拆掉就没事了。哦，好多板板，然后他那个辐射是附近的那个腐肉是不是啊？赶快拆！哦，找到一个箱子，可是全都是哎、欸，对，啊，这边就不是了，核心这里，等一下我再过去。哟，来了！哦，这紫色的是太过得了。好，出去，先离开辐射区。好了，这就离开辐射区了。啊、哦，妈呀、休息一下啊、哦。辐射太久会怎么样啊？后期会有辐射。我刚刚是有辐射太久，然后用变成辐射烧伤。哦，然后就会开始一直扣血。哦，好像我这个衣服比较有那个护甲的感觉。嗯，重型护甲，我这边两个重型护甲了。
哦，火焰喷射器，激光步枪。可是激光步枪有激光的那个哦。激光步枪电池。对，刚刚我捡到七个。啊，休息一下，点广告。好，点广告，听你的。战场樵夫。食物好像没食物了。你要吗？我也没。好啊，食物也用完了。等一下啊。然后音乐吃葡萄。啊。加这个。我拿到一个机动强化器。可以提升特定属性。但也会有缺点。我是氧气强化器。哦，看一下那个什么喷射背包强化器哦，我是可以飞的意思吗？哎呦，史诗等离子加农炮，哇哦，听起来太帅了吧？哦，射程360，我、哦、那感觉可以钻在船舰上了，对不对？它是直接拿来用的啊？加农炮拿在手上？好奇的枪吧，没有没有没有，你这是什么吸尘器？哎、欸，你这个看起来像福音战士的他那个大枪、哦。那我这一把呢？我这一把呢？这把。哦，你这一把也是好大把哦。哦你们看按 B 按 B 看到自己的样子。哦。哦。我这个不敢乱射，我要射下去他。轰啊！伤害600，范围3，范围伤害爆炸伤害500。我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刚刚不是看到中间有一颗大球，然后不知道能不能拆、哦。我才拆了，他拆了。看到什么？就是钢板那些而已。啊啊！我的多功能枪没子弹了。对，我要上去了。哦，这钢板呢？钢板。家里很多，家里有2000多，不是20000多。一、哦、二。因为我刚刚去把我们那时候主线的那个废弃的太空船给拆了。哎、欸，我拆到地面，我到地面了，耶、yeah! ！然后飞船在另外一边吗？对，飞船在另外一边。嗯，飞蛙呢？外面也可以爆啊啊！等等，怎样？滑，沙子很滑。他哪里有炮塔、啊？还是我们打掉了？打掉了、啊。哎、欸，那个图存，就是刚刚那个，就是那个机器人啊。浮游槽可以用，哦、可以拆。哦，这里哦，多功能枪的子弹，耶！我有子弹了。哇，你也太猛了吧！啊，我总是什么极板？哪里哪里呢？都满了。好，我拿了，出来了。哎、欸，那等一下，我们刚刚不是有东西被锁起来的地方，应该可以去开拆掉了吧？哎、欸，下面那个，下面这个怎么了？你的下面那个锁起来的、啊。对啊对啊对啊！吓死人了！哦，吓死人！哦，吓死人！吓死你 ！You can make it！ 哎、欸，我们这样子收刮下来，感觉拿到不少好东西耶！哎、欸，这可以拆啊！对，这个拆，帮我，因为拆一下这个。我要拆！这是氧气机吗？氧气罐、欸？哦，里面有氧气也可以装哎，可是啊、哦，这样没罐。可以直接装，可以直接装。它下面那个取出那边输入数字就可以直接取出来了。哦，嗯，这是什么？蓄电器装饰。这是哪里啊？感觉这个基地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收，是装满的，再去放箱子啊。嗯，反正船东西都可以放。这个比刚那个蛇洞还好多了，资源丰富多了，真的。这里是什么？外星臭虫被屌虐啦！
哎、欸，哈气，其实你后面也有箱子吗？好像有哎、欸。对，但我们那时候关不到，他我以为只能放子弹。哦，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以为。然后他刚刚想说，试着塞一个东西进去看看，哎、欸，真的塞得进去。立场发生器组。哇。氧气强化套件。纯净水。哎呦，哪里？我拿到了，收到了，对，我塞到箱子里面去了。等一下，我先塞一下东西。能量矩阵。感觉这要可以私下花一些时间来建造自己的飞船的样子。对。嗯、我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情。阿庆，你这个客座椅真的是不错啊！怎么了吗？放呢？我要做一件事，反正我们这里收刮完了嘛，要把哈基的家拆了，都拆了，是不是？不是，我要冲上太空看看，因为我的飞船上面有氧气机。等一下、哦，我再存一个东西。啊，哦，对，我要做氧气机哦。我要出发了，那好，我来了。你要上来吗？我上来啊！我起飞了呢，在你后面啊！在我后面啊！走了，我们上太空了。好，你去下一个星球喽，两位拜拜。氧气机有没有打开啊？氧气机打开，好，走了。氧气机是，它就叫氧气机吗？还是什么？制氧机。它是叫氧气站啊。对，那就是那个啊。哦，破900了。哦，飞出去了。1000。哦，无法呼吸，请戴上我的头盔。我先回家了啊。好。你没有办法呼吸吗？我没有装那个氧气瓶。不是，我是繁星。他说叫我戴上头盔啊。我是不是要自己开啊？还是我要下去啊？等一下，你没办法呼吸吗？可是我氧气有开呢。没有，啊、你在 tape 那边，我有开，我有开，是开的。你继续飞，你继续飞，我好像没扣血，没事。没事，好，那我走了哦。哦，不行，我缺氧了，我缺氧了。我听到后座在喘气，我听到后座在喘气。等一下，那我回去。快死了！回去！快死了！我快死了！快点！进来了！快了！太刺激了！我血瞬间扣100哎，所以他还有其他方式要让后座接上氧气咯。我记得那时候看那个座椅的时候，有一个是密闭式氧那个氧气座椅。他的主要不是坐那个吗？我是坐密闭式的啊。对啊。欸、不知道哎、欸。然后没关系，我们先飞回家。嗯。我的头盔又不见了。嗯，刚刚已经表现得我很缺氧了吧？超缺氧！你那个呼吸声，我连前座都听得很清楚。是往这个方向吗？我看一下哈，大不了多绕一圈喽。觉得我们往另外一边绕、哦、我们好像差不多，刚好在对面。不错，刚刚那个副本还不错，我觉得蛮好玩的。嗯，而且收了不少东西回来。对，开心。我觉得第一个副本就觉得有点，就是对，要自己玩，相较比起来就感觉好烂啊。对啊。虽然第一个副本里面有一些史诗级的东西啦，我拿到史诗步枪啊，还好先逛了第一个，再逛第二个。嗯，落差感会觉得哦，好烂哦，烂哦，哦，不来了。对啊。哦，这是这样用的，选择不同的，可以看到我们配装上面的东西哦。我懂了。什么意思？
就你上飞船之后，你的快捷档会变成飞船的一二三四五六。对对对对对。然后嘞，要怎么装那些？你装上去之后，你就可以选择看你要用什么工具，按左键是启动它。要怎么拉上去啊？拉上去，它自动侦测啊。哦，所以我摩托车那个什么升级套包还是？它是自动帮我侦测说，我现在有装了两个机枪管，然后一个扫描器，我可以直接选择要不要使用它。哎、欸，因为我们右边有在射我们，嗯。对，我听到啪啪啪的声音。哦，一直打，一打，哦，机长，机长。哦，我在飞，我在飞了，我在飞了，我听到啵啵啵的声音。我觉得终于比较安全呐、啊，哈基那个我应该是死在上面了、啊。我要靠火箭筒直接扎在我的荧幕上、欸，哎。哇、wow、我听到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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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砰砰。阿旺，我很推啦，哈基那一台真的，很棒，通风好，很棒，通风好又不会热。哎、欸，我飞过头了啦，要往北飞。发热没关系。我们要往北飞了，要装能量护盾啊、哦！我们还要能量护盾这种东西要装啊、哦。嗯。哎、欸，我们现在做得出来吗？应该可以吧。不放快递。能量护盾。我刚怎么第一次？有偏，现在可以做小型飞船体偏振护盾了、啊。是那个吗？应该吧，目前我们能做的好像只有这个吧。氧气罩头盔是左下角那边会显示一个头路的样子吗？一个安全帽的样子。对。哎、欸，那怎么戴、啊？他会说、嗯，我不知道哎、欸。我们要先拿到吧，然后去更衣室换的样子，因为刚刚帮哈基测试夜视镜的话是这样子用。啊，还是说我飞船上面也要装一个更衣室、嗯？因为我看飞船上也有更衣室这个设定可以用。做一个房子那个吗？小型的，特别还装这个是，有会不会太多、啊？你一个骆驼上面放很多东西啊？骆驼。我的飞船上面是还有空间啊。哎、欸，我停机坪被停走了。功能欠缺。射爆他！我只要停外面。好，射爆他。来、欸。他没听到，我可以射爆他。啊？谁？我可以射爆他，他没听到。我们是要放一个军火库的位置、啊。我没有、欸，他那个什么通能线圈不知道是什么、欸。啊？哦，有通能线圈要二定跟测定，这我们还测不来。我带二定回来是偷到的，偷回来的，好、啊，我们扛回来的，那就差一个测定就可以做、那個。哎、欸，我有测，我有测，哦，那你们可以做了。哦，我一个推进，两个推进器被炸掉吗？好坏掉，你看我刚刚是不是过得很，我害怕极了，恐怖死了，可是恐怖死了、欸，恐怖死了。不要再用冰箱，我身上的东西要存。感谢，快很快，冰箱不要开着冰箱吹冷气哦。哦，哎、欸，推进器都被炸了、欸。哥，我一个没装吗？有吧，我装两个吧，我装两个推进器吧，我装两个推进器啊，一个被炸掉了。啊，对了，飞船上的东西要先拿下。嗯，所以有人在用冰箱吗 ？No， 没有。哎、欸，这是战友中嘞。嗯，嗯，还是你直接去开冰箱啊？因为我是开冰箱啊，我是开冰箱。建造机在战用吗？被战用啊。冰箱？对啊，是这个吗？
夜视镜，喷火器。嗯，你再看看看。欸，可以了，为什么？不知道，我刚开的时候点它是可以开的，然后我想说可能是我给它重置一下。哦。I don't know。哦。我们很多装备的强化器耶。强化器不知道怎么用。对啊，要研究。去衣柜那边，衣柜那边有两个格子可以强化。哦。武器呢？武器我就不知道，衣服可以强化。哦，重型的有四格可以强化。哦，这么多。我觉得我们需要大一点的箱子，小箱子有点不够用了。30mm 加盟炮弹。能量药片这能干嘛？耐力增加300秒。会有幻觉，好哦。哇，听起来简而易懂。那简单说就是嗑药了。枪放这里，枪，能量罐，能量罐，热饮，氧气强化器。嗯，开冰箱吹冷气，不能这样子。阿良啊，绝对会走。有了，开冰箱吹冷气，不是又坏了？冰箱又坏了，又坏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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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在用，没事没事。正当其定。嗯，穿越模板了解，模板怎么了解？模板在哪里啊？模板，食物加工还是在这里吗？偷穿重型护甲。氧气强化，喷射背包强化。欸，那我的跳跃强化咧？步枪升级包。哪来跳跃强化？我刚刚有一个升级套件啊，我刚刚拿到个跳跃强化，它在哪里？欸？我没有动，还在车上吗？枪升级包。我在看，没看到呢。嗯。啊。欸，升级包是你在做更高级 T 2 T 3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材料哦。这不是放在上面强化的啊？不是，你看那个啊，科技树那边，他就写 T 2，他需要材料是什么？钴合金步枪升级包啊。哦，重型武器升级包。那装备的嘞？装备的，装备的就直接就是直接放上去了。那这个喷射器强化是我身上要有燃料吗？看一下哪点燃料在身上。不行啊，飞不起来。嗯，氧气强化。面包。纯净水，没有纯净水。哎，纯净水有，有没有？燃料会用什么？燃料就是生物燃油，或者是刚那个我们带回来的燃料包。嗯，或是用回去做也有，也可以做出来。
啊？为什么？没有在制作哦？哦哦，这是别人开箱子，电脑也没办法拉东西耶。嗯。哎呦，电脑会直接卡住。我怎么下降啊？F，不是啦，他有房贷不好玩，可恶！安稳点，我已经被空中玩我下去了，可恶！玩，把你收下来好了。F，啊、他不像那个 GTA， F 是加速哦，直接就下去了。我控啊！哦，有在拍照，有在拍照，哇哇哇哇！看电视，看电视，有在表演特技呢、喔。啊，哪里有在表演特技？哦 ，C 哦，哦，啊 ，F 啦 ，Q 跟 E 是可以那个翻转。哦，你的好像有点厉害哦。感觉上前后左右都可以前进哦。我在抄那个。哇，找攻略了。就没有刚刚那一艘船啊，刚刚那艘坏掉的。所以你的三 D， 我是二 D 的船。哇，这样子前后左右也有装的话，可以方便旋转吗？它可以直线起降啊。哦。那我懂了，我知道哪里要改装了。好，电脑设计的有它的道理。然后它最上方也有放，就是方便你降落。那我懂了啊，我会了，懂了，改装了，改装了，改装飞船了。我刚刚还有做什么起落架？别看我，我现在点数不够。啊，我还推进器嘞，我做好推进器了。蜂蜜，那个在偷笑了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要什么东西？他的推进器咧，你有没有头绪？你要什么到我？哇、啊，他想说，哎、欸，我要做好推进器咧，奇怪去哪了？不是，叠不起来啊！我知道了。想想，玩积木。前天在那片草原被虐的多开心。今天瞬间会玩游戏了，瞬间懂了。然后那个酋长在等我们等了三天。酋长再等一下。然后呢，教你怎么我做一把枪哦。然后看着我们开着飞船过来。哦，他小型舰小型船舰有方块的数量上限哦。他有你的 CPU 啊。哦，那我要装一个扩充的。哦，你已经到这么大台了。没有啊，因为你如果要盖外壳什么的话，好像不够用哎。他现在是仿造那个啦。那个坏掉的飞船，坏掉的那一艘啊！你拍了几张照片在盖啊？我不知道，我没有数，看一二三四六吧，六张，可是很难盖，因为它的方块的角度什么不是那么好找的。哦，这啥？扩充容器扩展设施是不是？那是什么 CPU 扩？你看，你上你的飞船，它上面有一个 CPU， 你看那一个啊 ，CPU 统计啊，下面有可以扩充的啊。等级，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妈妈。哎、欸，使用率还没有到很高，使用率它上限是6000，我才用1500而已啊。那为什么不给盖了？你飞船有关机吗？我不知道。有啊，有啊，有关机啊。哎，不知道。
那你前面这是什么东西？要灯哦。为什么你的有一些东西是插在地板底下？因为我要盖脚架。哦哦哦，它可以飞在空中盖哦。哎，不行啊，我现在不能盖呢。我来帮你盖一个看看。不行呢，为什么？派系错误，你没有开启，我不能帮你盖。你应该现在应该设定是私人吧？哦，对对对对对。哦，可以啦，我可以盖了。哎，你可以盖。对啊，你看啦、哦，我帮你做一根很长很长的。哎、欸、哎、欸，不要了。哎哦，他刚刚好像卡住，不知道为什么。哇，你现在可以盖吗？斜的哦，还是我刚挑超久的。他这个很，这个要盖，那要花很多时间慢慢盖、欸。对啊。对啊。好了，我要把它架起来。哇！哟，车头有一个方块被炸掉了，天哪！我来看一下有没有立场产生器呀、啊？我觉得它停车很麻烦。喷射，是我的核心从底下是底下有什么？底下是外露的，我顶不起来。我的核心底下也是歪漏了，等一下要想办法把它盖起来。对，等下被空空一对空。杂项里面吗？燃料包、电梯方块、立场产生器是这个吗？可以用在基地主力舰、小型舰、飞船，然后飞悬浮飞船上。这个也太难了吧！我饿了哦，吃，饿了就吃，吃，哎、欸、叫什么？啊，吃这个词啊！体落架，这个吗？小型飞船偏正护盾，嗯。学起来，嗯，小型飞船，对，学校找纯净水怎么做？纯净水，一个盖出一个航空母舰，帅。如果可以的，我觉得大主力舰应该就可以。做成航空母舰的样子了，应该是可以。然后人应该可以在上面移动这样子。嗯，把整台基地搬走。基地要搬走的话，地板可能要改建材，因为我想说那时候是要定点在这边的、哦、基地，就用石头的。是没，感觉去下一个太空太必要的东西就好了，材料。嗯。又在笑。我只是想要盖个脚架，有这么难哦？啊行啊，它要垫至少三格高，你才可以盖得到正下方的东西。嗯，是扩充设施。它有没有快捷键可以启动跟关闭飞船？我也很想知道。连装有什么？主舰员开关是不是这个啊？试试看。哦，有有有有 ，Y Y 哦，哦，地震船地震，地震，你们那边的、啊？哦，还不小哎、欸，赶快躲啊！还在玩。哦，没有感觉，没感觉。那加一哈，怕传染过来哈，不是传过来啊，震过来，传出来。摇好久哦，你要不要先去避难一下？对啊，哎，花莲人没有在怕地震的。哦，这摇的有点久，艾露都跑起来了。哇，一早起床哎！我、哦、晃好久没有晃这么久了。
想到我之前一直有梦到地震的梦，嗯，那就是刷个牙忘记po文，然后一走到电脑桌前，地震，哦，然后就有人回我说马后炮跟预知梦一线之隔。我是压到什么东西？干什么？谁堵我？我是压到什么？我在找地方降落。有感觉，有感觉，有地震，有感觉。有在晃，有在晃。有在晃，但是没有很大的。啊，对嘛？这仿佛都有感呢、欸。那哈记，你走到云月隔壁，摇他的椅子。是啊。等一下我，他有没有可以？等一下，我现在这我这是干嘛？我在干嘛？为什么？你在干嘛？你从你在为什么？你到底要问什么问题？打过来了。你在干嘛？我的飞船。你怎么了？我这飞船为什么会一直往下歪？往下歪？风太大吗？陀螺仪坏掉了吗？你陀螺仪坏掉了吗？你的 Y 坏掉了吗？哇！快！好吧，没事。我要再盖一个起落架。本来想说三个解决，你看我要用到四个。难怪我会转，怎么了？应该是往下喷的，往上喷，然后面的往下喷。难怪是在转，我的。打娇西，弄死吧！你们下辈子当猫吧。哦，有感地震，国家警报哎、欸，没收到、哦，这边跳出来，都已经整完了。音乐人。每次地震震完都会有一种，现在到底是还没在摇啊？对，恐怖死的。哦，杂交蜥蜴有奶。没有空间放置。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要垫高来把我下面的核心保护起来？我也在想，啊，可是他盖那个什么方块，好像有板子啊，可以挡，哦，铁板的那种，好像有。墙。嗯，试试看。这懂啊，忘了。欸，可以啊，可以用板子把它折起来。不用说阿旺怎样，不懂阿旺那个想要盖下面那个，但就不能盖的感觉。啊，他应该可以那种有那种什么千斤顶的东西啊？没有，哈基，你要不要来看我这边变成什么样子？哦，哎，它怎么飞到一半可以飘着的？哎，它可以飘着的？什么飘着？你说是让它飘着？哇，好像船只飘着的呢。哦，你是开的吧？这样可以建造吗？请问我要怎么回我的船上？哇，你只要跳到别人的船上，然后跳到自己船上了。我说这样子是可以建造的哦。可以飞着建造就对了。对。我现在该怎么办？我的船盖一个楼梯走上去啊！盖一个楼梯走上去啊！就只能这样。
有没有可以载我上去啊？我现在飞船脚架有点高我。我有点无助等一下啊、哦、这上得去吗这样我要把脚架放在哪里呀、啊、哦这里有一个哦我又把这里有一个不是、啊、OK 好往内内收也很怪哎、欸，等一下哦、喔！这怎么上去？哈，哦，哦，怎么了？我们附近也有像副本的地方。我们附近也有像副本的地方。哦哦哦哦。这是在哪里？我家。先标记一下。阿纪，哎、欸，要不要先上我的飞船？有免费的 WiFi 哦。好哦，等一下哦。飞船，飞船，你的飞船是哪一台？这台。这台。OK, okay.。等一下哦，我慢慢调整一下位置。够近了吧？我已经顶到他了。好，跳。等一下，哎、欸、哎、欸。哎呀！什么声音啊？哎呀！你有可能等一下回来一下重新嘟，然后你等一下是侧面，并跟他并列就好了，并排就好了。侧面吗？好。对，然后我先掉下来了。我再爬回去。哎呀！哎呀！啊！你的飞船勾到我了！什么的？这画面界面不见了。你按一下 Tab 就正常了。小农场。哦，好小。哦，对，正常了。你要去哪里？我调一下，刚被你的被你飞船勾到了。欸、我调一下角度。方块可以浮在空中了，怎么办？还有个贴心提示，打开这个箱子，你的泰隆等级会降低哦，确定要吗？哦，很想想开，对不对？哦，好痒哦，泰隆的据点，对，泰隆的小农场，在外面清理。好了，我在下面，你在哪里？哦，我在平台上。我这里有点难上去，等一下我下去，我下去，我下去。起落架要怎么开啊？它好像碰到地板，它自己会开起啊。哦，啊，这个多功能增强器，我等一下把它拔掉，它一直在消耗食物速度。嗯，我哪个位置的东西？多功能增强器，它会增快你，增加你消耗食物的速度。那记好了，等一下，好了。你说衣服上的东西吗？对，不、我飞船现在没有武装啊。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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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点。它在飘，它在飘，它在飘。有风，有风，有风。探测器，我拿走了。探测器。啊、哦，你要确定它是你可以用的哦。嗯。悬浮啊，悬浮飞船还不行。一点好，上面一点，上面一点，上面高一点，有办法高一点吗？再高点，高点，嘿笑，哦，感谢，啊，啊 ，shit， 哎、欸，云月，你装氧气站之后还有装氧气罐吗？有，我装。怎么了？你去哪了？燃料。你搭我这台
你的怎么是倒的啦？进去里面，进去里面再出来。哎、欸，这是哪里？哎哎哎哎哎！哦，我回来了。这是什么東西？掉到地心呢、欸？穿墙穿掉地心，直接掉下去了啦！我要吃食物了，没有食物了，肚子饿了。容量控制器就是箱子吗？热饮是恢复耐力，能量饮料是这整楼都只能恢复耐力哦，快饿死了！这个是谁？哈基！哇，你的降落脚架很大哦！你现在翻呀翻呀翻呀翻！不是，我也想只放一个，可是因为我前面有一个推进器。等一下，我们家里是不是没电了？没有电力了。家里没电了，家里没电了，加一点电源能量进去。哎哎哎哎哎哎，做什么？我怎么都要翻的，要翻，要翻，要翻的，要翻的。你要不要先？哎呦喂呀！你很像一颗没有动力的陨石。他这脸非常好棒哦！哎呦，不要痛了！是因为你，因为走了，不要吐了！你左右前后没有，我要吐了，我要吐了！啊，不管了，就这样子了。我要先把它装好再说。天哪！哎呦，为什么我们食物加工机不会动作啦？没电吗？我看发电机是被停用了吗？没有再转了？为什么？燃料箱有燃料啊？哎、欸，是被停用了吗？太好笑了。嗯，我觉得只脚有点丑。哎、欸，对，为什么基地的电力被停掉了？你们刚刚这边按到啊？是不是我刚才上面按到 Y 啊？哦，有可能。哦，阿、啊、旺哦。那、啊、为什么是我？我想说，怎么不能做食物了？整个电力都停了。嗯，好，我调整一下好了。跟泰隆比对比较好。猫小城镇可以吗？哎、欸，不用。哦、oh, ，I don't see。哦，有起落架，它不会飘在空中哎、欸，我下来它就自己下来了。不会啊，它会飘在空中啊，我的飘在空。它会自己降下来。没有啊，我的是飘着啊。我，嗯，可是你看，我的，你看我的，我的就飞着啊。我现在在修我的底盘啊，可是我都会自己降落呢。你可能飞不够高吧、哦？对对对，应该是不够高。你可能飞不够高吧？它会飘着啊。嗯，有了有了有了。你笑。然后底下这里要加一个房。好。哎呦喂啊！我的核心跑出来。哎、欸，我站的位置是我们主线的位置吗？帮我看一下吗？等一下哦。你的位置，我那个我们家往左上看。那我那里是看到很多的点，绿色的点，感觉是友好的点吗？对，这边是泰隆的地方。我想说看怎么交易，然后看到他头上有个黄色的三角形。我没有看到，因为我们应该还没驱动下一个剧情吧？还没激活，没激活应该就没事了。好，对啊。
好了啦，这样比较正常了吧？哎、欸，我发现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上下浮在半空中的飞船呢、欸。嗯。哦、不然我要修理要做什么都上不去了。好的，我要去把家里一些东西拿来卖了。什么东西？多的东西啊。哦，所以你可以交易了。对。把那四千个钢板卖掉看看。哎、欸，谁做的偏泽护盾好了？我的偏泽护盾。哇，我连护盾都出来了。我的飞船要用的东西。停靠。我以为你在玩那个哎、欸，枪火。看到你啦！我们二定三甲耶。二定没了，所以做不了了。哇、哦，这护盾这么大个哦！这样塞得下吗？我看一下我要怎么塞它。它有点大。嗯。没错啊，这个没错啊，你有。有吗？我搞错吗？不好说。往上是，对啊，往上是往上喷，对啊。哎、欸，所以弹药的那个小容器控制器也可以装一般的东西哦。嗯。哦。我这样子有护盾，有没有开启我都不知道。我看不出来。我怎么？那对你开一枪吗？你看看、啊，感觉没有。嗯，好像没有，所以应该有一个护盾的启动按键，帮你维修一下。哎、欸，还是因为同队又没有伤害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启动护盾的快捷键。嗯，设置。我一律都是建议 F， 建议 F。头盔是 UK 虚数引擎，在上帝模式切换飞行，好哦。控制台战枪，护盾都是穿山甲耶！啊，护盾防护的范围有限，我这么小的飞船都防护不到吗？哦。好、哦，那、啊、这个飞船是不是有点弱啊？或是这防护护盾有点弱？对啊，还是我这边要开启防哦，护盾打开，这样子有了吗？啊，这样有吗？这样有。哦，绷带只能身上做是不是？也可以那个啊，小型的那个加工。哦，氧气打开。哦，这假的？真的？嗯，真的假的？哦，不会吧？对吧？拆掉看看。没事啊。访问冰箱。哦，拍谁？哇哦！你说，我的 CPU 使用率啊，刚刚没装护盾的时候是3100多，装上去以后变成19000多，哇哦， wow, 直接爆炸！所以我们要升级以后才能够使用护盾。嗯，机枪炮。他的机枪炮塔或是那个什么加特林机枪好用吗？你可以看我是加特林啊，他就是射你的
视线的前面的位置，它会有个准心，就会刚好射到那个位置。哦。然后另外一种是哈基做的，我不知道好不好用。还好。嗯。哇，我的飞船可以哦，我可以这样架起来。哦，可以这样架起来，赞哦。好哎、欸。为什么可以这样、啊？因为它脚架会直接粘在地板上啊。哇哦！它脚架会直接粘在地板上，你后面就只能飞浮空了。牛顿要哭了。哦、oh, ，可以这样子哦。我觉得这样不错。牛顿要哭了。有放脚架的可以用这样子把它粘着。哦、oh, ，我要做一个 CPU 升级的东西。做个机枪好了。CPU 是不是要中大型的啊？护盾是 X 键，不是啊，我一装上去我的 CPU 都超载了，没办法启动吧？我看看，好，先装在下面好了，装着，这里启动，按 X。啊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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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哦，十一点了，啊，不知不觉吧？真的是研究这东西，一研究就超时间就过去了。嗯，看 ，CPU 扩充 ，CPU 扩充。扩展器在这里，它只能用大型的建造。T2 大型的建造在这里，这个吗？哦，嗯，就击杀如果那个领地的怪物，它是算伤害，你伤害打越高，重量加越多。哦。打开一个货箱减200，破坏一个方块减30。哦，在派系领土内生成一艘舰飞船减100。这样加坐飞船还会减啊？对，派系内挖矿减5，收农作物减10，破坏植物减30。太麻烦了吧？要求很多哎、欸。对啊，亮线。看一下通量线圈是这里，起落架对，落架这里，通量线圈。那我掐嘞，我看一下通量线圈马达这个吗？通量线圈需要钛棒，太棒了吧！太棒了，真的是太棒！哎、欸，我们真的要准备离开这个星球了啦，我资源不够了。不够玩了。对啊，我们要盖飞船什么的已经不够用了。就我们其实应该是要盖大的，就我们都在盖小的。我们可以四个小的一起出去啊。我们现在盖不出大的，盖不出大的。我们材料一定不够。哦，我以为可以盖大的。我们大的材料现在一定盖不出来。我那时候看它，光是它的核心，我们就没办法盖出来了。嗯。我。对，现在我们去搜刮完是可以盖的哎、欸。哦，因为之前是需要通量线圈，然后通量线圈需要钛，我们刚刚以前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刚刚搜刮完那个基地以后就有钛了。嗯，所以现在我们是可以盖主力舰的。哎呦，是不是？是不是该玩主力舰啦、啊？哎呦！
看一下我的驱动器在哪里。嗯，他干完了吗？哦，还在干，还在快扩展器。哎呀，我的天啊，光是研究这个飞船就哦，时间就过很快了。对，我觉得我侧面需要有可以移动的，所以推进器真的可以盖吗？推进器可以盖个两个。哦，哦，哦，哦。哦，什么我也不知道哦，跟着好就对了。噔噔噔噔噔，您的宝可梦微波好咯。你刚刚说微波吗？对啊，怎么微波好咯？哇哦，不是啊，不是玩那个宝可梦模组，嗯，他不是那个用好就会噔。叮叮，这次就微波好了。哦，嗨，我们是马吉、泰隆、十字弩、泰隆挂号、泰隆。看一下这样子，这样我的 CPU 多少了？太热了，哦、装了一颗才变一万五，还不能做，好好。我要再偷偷做一颗。太热了，不用偷偷啊，光明正大做就好了。我们的钛还有很多吗？我看一下，应该不少吧。二定，看一下嘞，一铜，我没看到我们钛。极板、钛板、铁锭、钨锭啊，不管了，我反正我都做了。我的起落架嘞？你的起落架左边的箱子没有吗？哦，这边有多一个哎，你要吗？嗯，我刚刚点了好几个。在你后面的地板上有一个，我本来是用四个。哦，不能杀中立生物也会扣。我把它放到箱子里好了。然后说那是我养的，你怎么可以杀它？哇，你的安吉龙跑来咬我啊！落下。哦，对呀、啊。诶、欸，我刚好按吗？诶、欸，我应该有吧。哦，保持度太低了，跑不起来了。我的天，吃东西啊！开吃，开吃。等一下，等一下。啊，买了，我要做个什么东西来吃呢？果汁，哦、蛋糕，保持度加160。蛋糕，等一下，这起落架太大只了，我做错了吗？你可以，你可以变，可以变。你放在飞船上，它会缩小。哦，然后右键可以切换它的形，看看用比较合适的形式。哦，音乐啊！我刚刚不是说方块不能盖吗？嗯，然后你可以盖。我刚刚发现为什么了，我拿到水泥。我想你怎么不能盖了？你要把水泥放在飞船上当护甲，我也是不介意啦。在那边用水泥盖飞船，哎呦，是不是在卖萌啊？搞错了，啊，我在卖萌，不是。哦，这个蛋糕好吃，好假。啊，在等它制作过程，我再来做一个什么东西来吃好了。哦，它不是
他不是你要卖什么就卖什么、欸，就要看他要什么。对，哦，他可以买、哦，像比如说奶好了，他可以买也可以卖。嗯哼，对，他有带一大堆板子出来，不要，够哦。嗯，我们家自家产的板子哦。对啊，你确定不是 AI 的吗？不要讲出来了。我走，这不能讲出来了，怎么讲出来了呢？这里啊，该错了啊，猜过头了。这飞喷射线没有，没有其他显示。车厢。这个方向。所以这应该是这个方向咯。这样吗？这方向吗？属性哦，这是反过来的喽、哦，往下的，哦、好，这样，愤怒轻松生存，地狱门还远呢。对，对，嗯。它好像可以用罩子，是不是？罩子？哎呦呦，哎，这个是是什么？哦，有哎、欸，怎么变这样？罩子？什么罩子？对对对，我试成功，我再跟你们说。管道。是部队脚线，这样就对了。CPR 16000才能够做防护罩，我天哪！天哪！天哪！你真高！放不上去，高了。真的，你真高。这样，哦，飞过头了。后会有期，不能放吗？这样子要放，是因为我启动的关系，所以不能放。放得回来了，辛苦了。嗯，这样子。我会得把夜视镜放在冰箱里面，上去比较凉吧。跟手机不小心放进冰箱是一样的意思。哎呀，谁把手机放冰箱？我不知道啊，谁啊？谁啊？啊，这个一定要一阶一阶升，不能两个叠起来哦。啊，这样子 CPU 要做升下一阶才行。手不能动，所以如果我要扩充 CPU 的话，在这里吗？这是基地用的 CPU 扩展器，小型飞船的 CPU 在哪里？推进器、哦，好难飞，好难飞。哦，就我自己飞的那个比较好飞，这个很难飞。GPU 扩展器要十，等一下，12等，好哦，我现在几等？10等，不是一样，
啊，这不是一样的吗？哎，搞我！我这里多一个 CPU 扩展器，有没有人要？我，我帮你装，看你要装在哪里？你要装在哪？你就丢出来吧。感谢。他一台飞船就只能装一颗二级的，然后如果你要再装升上去，就要做三级的才行了。哦、oh. ，对，因为我刚刚本来想说要装两颗二级的，结果他不给装。好，看来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做防护罩。好哦，光是防护罩他就要16000的 CPU 了。哦，哎，哎。原来我拿错了，你又拿了泥土方块是不是？不是啊，我有人讲说那种两边机枪不一样，啊、你两边机枪不一样、啊，哇塞，应该没差吧？不是啊，没有那个子弹啊，一个是脉冲激光啊，一个是加特林啊，我还真没注意到哎、欸，啊我。这样的话，转一下这个位置。嗯，好。反正要不要做一台？正在看。还是你要去修那一艘？我修啊，那个真的好难哦，没办法。好，这样、欸、这个方块这样子做应该是看前面了哦，他是看前面了，可是有一半的视野被驾驶舱挡住了。我像我盖的像咸蛋超人里面出现过的战机，哪里？哪一艘？蛋超人，咸蛋超人学我。你这像那种那什么啊，变形金刚里面它的核心的战机吧，还蛮像。对啊，你那是像变形金刚的吧？假面超人没有战机吧？有吗？他说是咸蛋超人的，奥特曼。奥特曼有，我是没看过啦、哦、我是觉得我也是没看过啊，但是以我的感觉是像变形金刚的啦。谁心跳这么大、啊？我啦，抱歉啦，我刚刚跑步嘛，去运动完回来比较累啊。哦，他脚架放下、啊、这样子哦，还是可以往前一格。哦，这是起飞脚架自动就会缩起来。嗯，为什么你的机箱是朝后的、啊？那往前，那往前、啊。我看是往前，我看是往后哎、欸。啊、往前一格，如果把那个喷射的那个洞堵起来会怎么样啊？你再试试看，我刚其实也有想这样试。我帮你试试看哈，旋转是不是？堵没有，就上面放个方块，放个方块把它堵起来。好，我换我自己放，我自己放。你可以飞上看啦、啊，然后等下过了，嗯，砰嘎。没怎样、欸，射箭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啊，很顺，所以他还是可以走。对啊，所以没差。你确定要这样？哎、欸，要怎么上去？带他吧。可以啦，可以啦，跳起来一瞬间可以按 F。他是这样子用。你有一瞬间按得到他，哎呦，我被推上来了，为什么？我下来，我下来了。感谢。对，我要拿更多的方块。基本要什么？小型发电机跟核心还有什么？核心是要盖一个核心。嗯。然后再就是你要有电嘛，所以你要一个发电机跟一个燃油箱，还是要有电。燃料箱。嗯，对。好，
那燃料箱跟燃料罐是差在哪里？一个比较大。哦，有看到了。啊，上面会有写啊，就是上面标记说是能够装在小型船舰的那种的。嗯，那个才是我们要走。哦，有看到了，飞船。嘿，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把驾驶舱移在下面一点的位置？我可以直接从下面坐上驾驶舱啊。或许你可以试试看，比如像这样，欸，可以耶！哎呀，那我知道了，这样子，这样子，好，这个就是上驾驶舱的位置。哎呀，呵呵，哎呀。赞，怎么了？没有事。有观众已经猜到我的心思了，很厉害。你想干嘛？好棒贴纸。好了，我直接放上去了。我说，方块目前是不是不能改颜色？感觉上是不行。怎么笑？我按 F 不能很像。我看一下哈基的飞船怎么。哦，你疯了吗？啊，等一下了，等一下，我找到按头盔的方法了。等一下，嗯，我找到按头盔的方法了。让我下来。来看我，现在是没头盔对不对？哦，按 I， 我有变吗？你没有，没有啊 ，I， 我没有中文。你看一下左下角那个头盔图是有没有亮？我按，它只是亮着的啊。对啊，你们一直是亮的，我可以关诶。U 啦，抱歉 U 啊。抱歉。哦，有，因为我的 U 跟 I 那个已经被消掉了。这个在用氧气吧。哦，哎，繁星，找我们再上太空一次。好，来。我等下传给你听，会传呐。我咳给你听。上来了吗？好，我看一下 I。好，开了。好，我们垂直上升。OK。快了啦，还没离开啦。没有，人家跟哈基坐飞机一样啊。哈基的飞船上那个加特林好像是自动设计的，真的假的？哦，可以设定啊，对，它可以自动设计啊。哦，我先开氧气，先把氧气打开。好，这样应该有氧气了。我要飞多久才能离开啊？哦，现在高度300，很慢呢。哦，那我用直接直冲上去的好了。好的。嗯，这样好开多了。什么东西？那前面有一个肉靶嘛，保护你的核心。到底在搞什么？哦，你的好帅哦！我先关掉吗？我以前呢？我先关掉。上去我先关掉。那是关掉吗？好，我上外太空了，我带上去了。可是它显示 O2 是灰的，O2 是灰的，为什么？对啊，氧气没事，但是现在已经比刚刚好很多，2000了。这个在哪里？哇，好难找。可以耶，那我脱下看看啊。不行，无法呼吸，戴上头盔。好，所以我们飞船上面是有氧的吧？我觉得应该是衣服上面的氧气槽还是什么的。你看你左下角那个氧气槽有没有那个啊？我没有氧气槽啊。左下角那粒子的下面那条。哦，有在扣。飞船上面好像没有氧气，为什么？氧气没有放入燃料啊？不对啊，我有制氧机啊，还是制氧机上面也需要燃料啊？
啊，是这个吗？我终于找到你了。嗯，没有，我去找一个方块。我们现在家在哪里啊？家在哪里啊？我们只是飞上去一下，家就已经离好远了。暖心怎么了？只有在主力哦，对，嘿，嘿，只有在主力舰或小型舰的驾驶舱才能使用驱速折药跳跃，哦，快速移动的吧，驱速引擎吧，嗯，好远哦，啊，这样也可以啊。所以我氧气槽里面要灌氧气进去才行。嗯嗯嗯嗯哼。所以他现在下面的 O2 是显示这星球的 O2 啊，刚一上太空整个不见。嗯，然后我们我驾驶舱里面右下角有看一个类似氧气瓶的东西，但是他现在趴数为零。哦，我们再去一次啊。所以应该要有要有灌氧气这样进去才行。敢不敢再上去一次啊？没有了，到了到了，嗯，星眼排龙喷射机，星眼排龙喷射机，按错了，哦，这游戏真的可以搞死强迫症的人，真的，他那个方块太多，多到你很难去选。好了，所以我应该是要灌氧气进去，很好飞。再看功能的，算了，我认命了。怎么了？没有，它有一个小小的角，很难找。这里可以的，上太空可以，没问题的，大概吧，应该或许吧。坐在前面的大概不行啊。可以啊，前面上去可能只能上去一次。哦，这里填充氧气进去是不是？哦，有了有了有了，这样就可以了。好，哦，有右下角有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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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不是司令台，我怎么有盖司令台？我盖的是战机。你怎么又盖了司令台啊？你才司令台嘞！啊，右下角那个是什么？哪个右下角？你上飞船后啊。嗯。那右下角那个是什么东西？右下角。对啊。有第一个吗？感觉上是浮。第一个应该是 CPU 吧？哦，你可能哦。第二个是燃料。第三个嘞？氧气。第三个应该是氧气。哦。啊，第四个是那个什么元素的那个？采矿吗？不是采矿，不会。你按那个控制面板，取速能源。嗯，啊，取速能源是不是那个啊？我们要穿越时空到另一个星球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哦，应该是哦，哦，天文单位是用天文单位这样。很好奇，如果。我把右边的那个推进器全部拔掉，只有左边的，然后再出去就是转圈圈，转圈圈，转圈圈。你要晕死观众哦！哎呀，我看，我看，我看，对，就试探他啦，不行啦，我都不盖好了，我就不会，现在不会拆了。我帮你拆，不要，盖不回去。哪里哪里，我帮你拆，盖不回去啦。你这两个驾驶座真的是，嗯，不错啊，有没有？然后你就坐那个位置来，我开给你看。有人去坐上去了，很好玩呢、欸。但是你要坐在最前面试试看吗？
等我一下，我找再按一个按钮。小型推进器的这个。好了，好了。好凉哦！不要！哎呦！哦，要吐了，要吐了！等一下，很冷，很冷，很冷，五度了，五度了，四度了，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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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吐，好冷，好冷。哎、好吧，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看一下地图在哪里啊、哦？哦，家在这个方向。你要，我想说你要横的飞过去，白痴哦。看看在这附近，400、300，好了。外面没有氧气。啊，对哦，是。我走，我走，我跳进，我跳进，我跳。哎，这个叉子的，哎哎哎哎哎！哇，掉下去了！哎，受伤了。喂喂。哦、骨折了，骨折了，骨折了！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在飞机上。哦，你还在飞机上？我刚在翅膀上面。喂喂喂喂！知道了。嗯。他既然那一种机箱是可以自动发射的话，我装在飞机的底下，他应该就会自己打了吧？哎呀，哦，应该是这样吧？等一下是起落架，我是先拿推进器当那个支架。对啊。前面那一颗是偷进去那个支架。哦哦，这有蹲下吗？没有，好像没有。可以一个人上面，你在下面盖吗？对，我可以飞高一点没关系，因为我下面有一个洞，可以直接下去啊。强烈抗议！我要把后面水泥削一块，那至少可以爬上来。哦、这个洞，你看这个洞啊，这个洞可以直接坐上去，你直接抬头按 F 就可以坐上去了。哦，这样就可以直接坐上去了。看一下哦，机枪炮，那在这边吧，这一种吗？机炮、机枪炮塔。没错，再加一部分是跟我玩。好像有点帅，要睡觉晚安。这样子的话，只是它没有灯可以用，是聚光灯不可用。脚架，哎呦，起落架三。完全不知道怎样用它才比较好看、欸。好难哦、喔。你觉得困？觉得很困难吗？我是什么乱盖的？求我不要转，不然我会吐。好，尽量不转。说法特技啊、哦？啊！我把方块用完了，天哪！你把方块用完了，我刚才做了一堆，你把它拿光啊！没有拿，我没有拿，我没有拿，我是刚刚做的，到现在。
不要紧张。你用完了。我刚刚有做一些要用的，结果你说用完了就吓死了。欸啊，蜥蜴是可以自动排列哦。有哎啊，这是不是有点大块啊？哎呦，哦，这这么大的只哦！哦，为什么不会做啊？好大一块，小型船舰的，怎么这么大一块？长六九，电力不够啊。十二六五，没有，没事没事，要显示 bug。这样子会，他会打底下的敌人吗？哇，你这样有点帅耶。是重点，啊我的那个奇怪是有人干走了是？什么东西？加速器。谁？哦，干。我刚一次拿走，因为我做了两个，我放回去了。哎。这样会打地下的敌人吗？好大一块！哦，这个好多了。哎，连接器。模块化一组，这是什么意思？哦，这就帅了耶！应该都只是外观吧。是你在脚下吗？借过一下哦。很怪，超怪的。啊，停下来，好像可以。深色背包安 J。哦。有 feel， 很有 feel 哦。所以这里卡太难，音乐音乐音乐，音乐好，音乐，氧气补满了，什么意思？音乐，氧气站的氧气，拜拜，白痴了。啊？白痴，我现在是要喷射背包欸，氧气充满啊、嗯！你们是之前跳就已经打开喷射背包了吗？没有，从来没用过啊，没有。按 J 按一下之后就可以跳了。J， 哦哦哦哦！我刚刚在看快捷键。哦，可以跳这么高、哦？我想说奇怪，那时候怎么可能啊？就还是我的问题。你们现在都没用过哦。你在哪哦？你在外面哦？我在户外。哦，那它的燃料是用什么东西？反正没有燃料哎、欸。是。对啊，没用燃料。怎么可以？向下喷。我去找蜘蛛。七，这样哦，不是这样哦，这样，哦哦、应该要盖这个吧？这个也太帅了吧！什么东西？你看到我照片啊？太恐怖了吧！哎、欸，对对对对对。可以看到大家等级及杀数死。哇，好没隐私哦！可是这个连接器它的意义是，嗯，什么？嗯，这，嗯，看起来好像很强，但是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发现了一个外星人高塔，高塔 ，Ancient Tower， 对啊，应该是外星人高塔吧？
就这泰隆区域，泰隆区域算了。哦，废呀！哎、欸，可以 copy 别人的建材啦，白痴哦、喔，别人的太空船。哦，可以 copy 啊、喔。那 auto 加 o， auto 加，那是 o 吧？我看到一大堆清单。哦，那我们在那边做三小。哦，所以直接就是有模板的，对不对？这是别人做好的，靠腰、喔。然后就是需要一那个啊，上面的材料。它上面这些材料就可以做了。哦，是嘞，耶、不会啦，这样至少有自己的啊，可以盖自己的嘛。对啊，盖自己的。我在研究还有什么可以玩。哦，刚刚那个翅膀好像有点好看，让我学一下。就是在另一个游戏玩麦块蓝图。对，真的是在另外一个游戏玩麦块。子功能被伺服器禁用了，钻石盖新砖了，还好啦。什么东西？什么功能？我看一下哦 ，F 二蓝图库，好像就是刚刚那个东西。所以这样子是我们。不能用的意思咯。诶、欸、那我试试看。我头。刚闪电吗 ?Abandon 的又一个废弃的什么东西 ?8 公里。哇是做太多了。阿诺这个好大、啊。好大。哦、大副本了、哦。我截图到 DC 哦，好，哇哦，感觉我们之后可以去探索，小小看，哇哦，哦有啊，这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被打的地方啊，哦对，好刺激啊。人家是有人的家吗？没有啊，那不是我们上一次被打、哦、不是刚被打的地方，不一样不一样。刚看到两坨猥亵物，两条猥亵物。他有非停机坪，我停下来了。好，不是建筑物。据说等级20分。要太跟龟，不知道了。这个拆掉。Level 三，它里面有讯息。有没有观众英文好的可以帮忙翻译？讯息写什么？好，我丢。All employees 啊，你截图了是不是？对。Has protocol。它有没有一边是斜下去的？一边是斜下去。啊 ？Protocol 什么意思？看吗？这里是。啊、有点可爱，有点可爱。不知道，只要还是要 Google 一下。哈，基地侦收到。保护我的基地。谁？我基地被打了。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啊。哪里？显示有显示啊。他说我们基地正收到攻击。对，受到那个哪里？等一下哦，我泰什么的，不泰克里尔帝国吗？他从哪边来？没看到啊，还是哈基尼那边在打？不是啊，我这没有啊。
没有啊，没有东西啊，没看到啊，我这里没跳任何讯息啊，骗人，没看到啊，黄暴，基地黄暴啊，地震警报呢？乱喊，乱喊地震警报，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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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下来了！天上天上天上，好硬哦！我觉得我们要用飞船跟他打、欸。我回去，我回去，我去。跟拍、欸。等一下，我飞船是不是忘记配子弹了、啊？地上有人，等一下地上有人。我把左右的那个拆掉，我现在不能左右移啊。等一下，地上有人哦。等下，我要先把有那个空，我要先把引擎装回去。我现在不能左右移动，困扰。我在有点远地方啊！等一下，我地上交给我好了，那交给你。我弹药还有300发 ，Go 射死他！啊，怎么又有人跑下来？去死去死去！我回到家怎么清完的、啊？他爆了！他爆了！他爆了！被回收吗？偷捡。都打完了哈。还没。地上还有，地上还有。在哪边啊？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我们要把将周围围起来，要那个防御措施哎。那个躲在车下面。不能瞬移啊！我好想回去、啊。攻击抵御。成功了，哇！哦，好希望哈基能来参与哦。笑好开心哦，天啊！英雄总是在最后登场，然后觉得我不会承认我刚刚打一半子弹全部都打在繁星身上。干！就你黑黑的哦。来，他是银银的，好不好？他的意思喽，他是银色的。它是银色的，它刚刚里面拿到四个东西，这个抗生寄生虫药片，抗寄生虫药片，激光武器升级包，火箭发射器 T2， 冷弹浆 T2， 我放里面。哦，哦，我觉得我左右推进器要用强的，我觉得左右移好重要。嗯。我看到回来了吗？你知道我到我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是站起来瞬间，倒下去。哎呦呀！我拆错了，拆错了，我把它拆坏了。哦，他说你什么东西拆错了？二选一，是飞艇。我子弹是用完了，这不能拆解哦，拆卸拆解都不行。我看啊，我回到家了，呜呜呜呜呜！阿纪跟你说，我们刚刚，你说。很好玩，有人送枪过来给我们，有人外送武器来。对啊，他竟然是送 T2 的，好爽哦！哇，随机事件耶，好玩。然后突然看到一个母舰上来，身边很多那个小飞船。你刚刚是不是打我儿子啊？你们好像很秋嘛，是不是？我说一二三四，不对啊，刚刚不是四个吗？啊，不，三个吗？怎么多一个？谁知道他突然来哦，气死了！
我一直猜啊。对耶，十二点多嘞。对啊，只是停不下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下一次再继续来。啊，对。我傻。啊，说啊，休息休息，然后一直在盖飞船。休息，我应该会去盖。所以你知道那天他们一直开着我原因的吧？他们就是在用飞船啊，盖飞船是要搞很久哎、欸。那最主要是他们盖了这盖的东西，东西最主要是把基地有个平台出来了。对啊。哦。哦。因为那个时候飞船还不懂，所以飞船还没盖。嗯。啊。啊。看到人家盖的飞。哇，好帅，有些好帅，是不是也想要改一下？嗯哼哼，你从哪看的、啊？就你刚说刚刚那个，哦、对 啊, 啊。可是云月好像没有开启那个功能。有啊、但是可以看的、啊，可以看啊。只是好像不能载下来。哎、欸，还有基地耶。对啊。你看那个人有个 Zero G， 然后最后一个 Timber 那个，第几个？最后一个 Zero。这是什么挖矿机啊？这个好帅啊！我喜欢这个。哎、欸，好可爱哦、喔！农耕机嘛，肯定这是挖矿机耶。对啊。对啊。哎、欸，我喜欢那个 MAL 的。MA。Zero G， 然后 MAL。Zero G M 哦，对，很长吧？他真的有点长啊。哎、欸，那哈基你喜欢那个吗 ？Rock 什么的，也是倒数。Rock 哦，也是另外一个钻矿机。哦，这是造挖矿。哎、欸，对耶，这可不可以挖矿啊？应该是可以，只是我们科技有解锁到那边了吗？他解锁等级七等而已，应该可以啊。而且它的材料也蛮简单的啊，铜、硅、铁。只是我们要相对应的科技去解锁它。对，嗯，哦，有啦，有一个采集器，刚才看的最后一个应该是用采集器模块，不是七等是这个吗？砖头的飞机是这样子哦，这样我就不用盖了，必啦，直接用别人现成的，对，我在上面加油添醋就好哇。好了，我这边要先关台了。哦，哦，差不多了。我先把我的船命名。哦，对哦，突然想说，你要剪片不是吗？对，我就是想起来了。哇，差不多啦。你知道我刚完全就是妄想，我该继续盖好了。不对啊，盖啊，你盖啊，没关系啊，等一下，老板就要找你啦。我等下子会被老板找，救命！好了，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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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啦，今晚就到这边啊！感谢各位收看。哎、欸，最后真的是把台救回来那种成就感。那我想说，今天就不开台了。你来好晚哦、喔，要关了，赶快休息吧！大家晚安喽，休息休息。明天就是 L4D 了，再来看我吧，拜拜。啵啵啵啵。